喂喂喂喂喂，叫中了，是时候，等我一下哦。喂。好啦，七二三啊 ，Hello Jason，Thank you for being here。啊啊，各位，今天呢是我们那个哈利波特，但是因为现在还没进游戏，所以他那个声音就没了。哦，希望可以，超好笑的，希望他可以把那个改一下吗？我感觉就出来了就没有声音，那我这个时间就会比较尴尬。OK， 先有投票可以先投一下，然后按个喜欢哦，给他按 like， 跟帮我投票哈。Please don't forget to vote and also press the like button and subscribe button. Thank you so much. And then 收九头 ，Hello， 就晨哈 ，Irashai，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Gigi 同学按按哦 ，Irashai。后尾头 ，Hello， Thank you for stopping by。我发现我们现在好卡哦，但是它起码是能动的。今天我们那个。图奇嘛，图奇有开，然后YT 他我后台是在有一点转圈圈，他好像也没有很好那个状态，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几天就算开马良也好，开什么都好，他后台就是不断的转圈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转，可能那个哈利嘛，哈利他本来连线就不怎么好，不知道嘞 ，What's happened? I don't understand.OK， 希望他可以早点好起来就是了。有神啊 ，Give it a hello，Thank you for being here。那我们先过去吧，过去然后再调一下就好。Hing 发到 hello，Thank you for joining me。哈利连线危机啊 ，Yes 啊，我真系觉得咧，即系搞好啲个 game 啦。Dita 早晨哈 ，Thank you for stopping by。哈利喺边啊？过咗去先 ，Then。那我先进来游戏，然后我调一下东西哈，我看一下那个音乐是在这边，对，应该听到音乐了。我现在进游戏这边了，我看到留言，也看到游戏，也看到后台，应该没有问题。我先动一下，你们看有没有卡卡的？动了哦，动了动了，有没有啊？有没有顺利的在动？我之前发现它好像只要在 OBS 那里开。那个叫什么管理员吗？然后就可以顺利的再动了。两个都开管理员的话，不过那个，就你说 OBS 它有很顺吗？其实也没有，它就有些时候会变橘色，有些时候会变红色，所以可能那个连线真的就可能要看一下激死我啊！不过应该 OK 嘅，今下只木马先啊。呢、这个诶冇咗声嘅喂喂喂，我只马没有声嘅咩喂？诶 ，hello， 喂，冇可能嘅，我只木马冇咗声喎、哦。No，impossible，no，no， 等一下，我不能接受啊！这怎么可能？我的声音不见了，哈，不可能好吗？那怎么办呢？算了，木马没声音就没声音了。哎呀，激死，好气气气气！那今天我们来打那个什么嘛双排，因为绝命三排哈，那我们就先过去那个决斗社吧。现在可以飞哟啊！对呀，我那个寝室换那个室友了，现在来了两位新的朋友，是今天才加的。我们那个女生宿舍嘛，就之前有两个空位都出来了。好的，那我们就可以去决斗社去斗信哈。啊 ，start dealing 啊 ，OK， 冇声笑死啊！我之前笃嗰只木马系有声嘅 ，Hello KO 同早晨啊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终于唔系 PowerPoint 好滚动啊，系啊，笑死！佢之前开系错咗咯，感觉之前是错误的那个方式，错掉了，现在应该就可以了吧？我先把那个任务关起来。OK，this、okay, corner disappear， yeah。捉架头悠悠悠 ，what's up？Hello， 睇呢个顺滑嘅 FPS 啊！你讲笑，等阵卡到你爆。我们先决斗的话，先用这个吧。这个卡组我们是偏向 support， 偏向那个辅助吗？因为就如果用攻击的那种，我会打不过。就我的卡组很
低等嘛，那个等级吧，很低，很低等，笑死！我还带金给养的，我还金养的，金金菜哦，不行吧，这打不过，我要升那个等级，你看一下，我按那个升等级，他要5000块，你看看我要多少钱，我有2000块，我连升个卡组都做不了，你知道我现在那个卡组那个钱有多少吗？我还要17万。17万2千，我才可以升那个等级，我一张都升不了，我没有钱，笑死，我好穷啊！Why I'm so poor? I don't understand. I don't have money. I need money. OK，我没有钱，我好想要钱。我看你何事啊？完全冇钱咁点搞呢？那没办法，只能就硬打就是了。没钱就有没钱的打法嘛。Hello, H 到早晨啊，Thank you for being here。好 M 啊，货金都冇钱嚟讲，你货极都唔够钱啊，唔会够噶，会都破产啊，每天都在破产就对了。Hello, Sin 哈，那个卡组啦，就以前呢已经老人卡组了，这个回想嘛，说一下那个教授。哎，我没有把教授锁定嘛，等一下先锁一下教授好了，锁了。那个教授呢，有什么用呢？还有那个升阶、降阶、升调、降调。升调的话，它会有一些伤害，就是远程的伤害。反正你跑到哪里，反正你一二三、二三四、四五六这样有升调的话，那它就会有伤害。降调的话，你最后一张就会打2张。这个其实比较生物流吗？有生物的，我们有生物的那个牛吧，牛比较高级，就用它了，也可以晕那个对手。反正那个牛只要撞过去没有死，人家没有躲进雾里面，那我们就可以爆它，都可以控制它很短的时间，那队友就可以输出了。还要带一个盾，盾的话就保护我方的重要目标，我就跟着大佬，然后疯狂给他套盾，捞住佢啊！咁啊，我炸我大佬，OK。然后那个黑猫嘛，猫也是比较高级，刚好那个回响有加到，所以猫也会分裂，就不好缠嘛，就感觉可以用一下来拖一下对手。然后这个是回血啦，回血，因为这个回血就放在地上就好，它完全不用操作，所以蛮方便的。加上回血的话，就比较。让我们都更持久嘛，对不对？这个呢，我没有放金炭子啦，啊，金炭子咧，成日都要拉要捉咧，唔好方便啊，成日都唔想去留意墙上面嗰啲动向啊，所以就直接这个移动的。那这个摆动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它本来不是左下角有那个移动卡的限制嘛，那我们反正这张放出来之后就可以随便动，随便动不会扣那个移动卡，那就可以移动的更方便。然后这个就木嘛，木的话就隐一下，隐身一下，安全一点。这个就玻璃兽嘛，玻璃兽就回魔用的。然后这个就清残用的。啊，为什么没有带那个突触堡嘞？那个三魔的有一个可以左人的，只是因为我们这边是升到升，哎，等一下。升调降调的，其实没有那么好去弄那个。七三哦，我要升上去的话就237或者那个732，就一定不能732，因为要先锁再放烟火嘛，所以一定是273。那这个组合呢，其实蛮卡那个卡组的，加上那个人其实没有那么好板，所以我就决定就用那个烟火去帮大佬去清一些可能生物吧，或者是那些伙伴。伙伴用的是这个里的。荣恩是板人用的，不过荣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很容易人家躲进雾里面，然后看不到，或者是一出来就被那个 ivy 啊消灭掉了，笑死！要不然呢，就很容易就锁人之前就死掉了，超好笑的。不过还是蛮有用，因为可以把所有人都锁在一起。然后妙丽嘛，妙丽就可以复制我们的第一个咒语啦，它一出场的时候可以复制一下。然后之后也会有那个，之后我忘记是多少了。等一下哦，哎，他没有说啊，他没有说复制多少张，然后下一张就再复制，这是10秒之后。反正你用一张之后再等10秒，你用第二张的时候，他就会跟你用一样的。所以我们那个烟火嘛，如果要清怪的话，烟火就是它可以无偿再释放一次。
蛮好的。然后就是我们的那个车车了，那个海格车，很棒，用起来。那我就出发了，OK。现在就是要找大佬的时间。牛啊，系咁慢慢咁过去呀、啊，系啦，只牛可唔可以走快啲啊？真系啊，对耶，它躲进雾里，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去弄它耶，因为我这里没有那个，应该要带一下那些这个吧，关关破，咁啊可以炸啲人喺雾度炸出嚟，等只牛去攻击。不过嘛，因为我们今天是偏向辅助的，所以其实这个不带也可以，反正那个牛有攻击就好。那就去找大佬喽！我先看一下有没有人在线，我的好友都不在，我没有好友，是谁？I don't have any fans，why？好可怜，那算了，因为我的段位太低了嘛，所以他们应该都不在这里，那我只能就自己去找了。我现在在4000分左右，要先打到5400吧，不然那个5400以前的应该都没什么人，没什么活人。要找到大佬还是有点困难，好孤独啊，so lonely。Why？左手牛头啊，右手牛头啊，冇错，我哋要做牛头人，我是优秀的牛头人，交给我吧，我这种牛爆他们。有冇啊？那个匹配中，matching。OK，我好卡哦，老实说。哦，我发觉有那个直播之后，他虽然现在已经比之前要好哇，3连胜了，是大佬吗？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活人。其实看是不是活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就是进去之后看那个卡组，它下面应该有一些等级的。你看12、12、11，然后这里10、30啊，我感觉我翻这个比较像活人，因为它的等级比较分散。这都是有些13，有12这样，我感觉就比较像。好的，我先降个调好了，然后把荣恩放出来，然后把他的那个卫理斯嘛，不是那个，不是知道是谁，就先放走。然后我们就降调咯，先回一下魔，然后现在可以疯狂走动，不用钱的走动，先去攻击一下，把那个伙伴打掉，OK，那走了。然后嘛，就回下血。哦，他有个盾在补血，再去攻击好了。透过盾先啊，跟住就俾人围紧而家，感觉要被围爆。等一下，哎，大佬救命啊！你在干嘛啦？你不是大佬吗？我现在快要死了呀！等一下啦。先回口血好了 超好笑的。等一下，我先用那个妙丽把这些东西都清掉好了。来吧，妙丽，可以吧？清掉，清掉，全清掉。OK，先把那个伙伴清掉，然后我再套个盾。好了，妙丽，go go，完蛋，歪了。不愧是我，怎么可以歪掉呢？OK，好好啊，我觉得，你个大佬走我后面啊！救命啊！不是不是，猫，OK，哦，非常好，那我们再回一下魔好了。妙丽还没死哦，太棒了，各位，那我们先丢个。啊，不行了，妙丽死掉了，我还丢过回血，不愧是我啊，真的太棒了！等一下，那个恶火要来，等一下了，OK，清掉了，大佬救命！我先套我盾好了，太可怕啦！高高高啊，快点啊，冲啦，大佬，靠你啦！大佬加油！救命啊，要死了！先回个血好了。那个恶火又来了，好烦呢。不过没关系，我们有的是那个嘛，嘿，Whisper，直接清掉，可以，太棒了。好的，帮一下大佬倒盾好了。
他再黑猫两只，他快要死了！哈哈哈哈哈！等等等，送他回家，大佬！飞雪，他快要死了，他还说漂亮，对，大佬太漂亮了。等一下，等一下，喂！无敌吧，啊，先弄掉他的恶火，去你的 ，OK， good， 牛，啊，太棒了，各位，哈哈哈，群臣追赶 ，MVP is me， 太棒，实在是，是不是很棒很好？不过我不是大佬了，我们打的比较慢呢。不过打二火就还行，感觉二火就只要在他斩出来之前先清掉就好了。完美 ，OK。电智同学，安安我一拉 shy，thank you for being here。抱歉，刚才在打没有看到。大龙啊，唔系你先系大龙咩？因为大龙上嚟梦想噶，笑死啊！做嘢啦，队友，队友呢？做东西，做事啊！You hit anything 啊 ，but the target 就 Epic 山，我有 hit 到啊。Okay，actually，actually I hit something， I did something。Okay， 大佬俾 carry 啊，我哋俾 carry 啦，因为呢个分咧唔好高啊，可能上到嚟就俾人 carry 哈。那再来一次 ，Okay，let's match again，let's see。你在这边吗？我觉得那个频道现在有点。没有人了，以前那个世界频道，你知道可以换成那个什么几百几千这样吗？现在的话就一个频道，然后没有什么人在说话，你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是那个嘛，都电脑写出来的，就在发一些贴图，你也不知道。不过那些贴图蛮可爱的，我也有很多，我跟你说，我有那个，我有这个，按不到，恐怖。我嘅伏地魔啊，好啊，揿唔到咯，气好气好气 ！Hello Andrew， 同我早晨啊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啊，睇嚟间嘢就嚟可以杀效啊，笑死啊，冇错啊，啊呀，高级啊，高级，美人，14等哦，感觉他应该是真人哈。安东尼洛同学，啊，伊拉塞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OK。先清掉 ，Whisper， 然后这里先荣恩，我走过一点了 ，OK。要放个牛好了，牛。哇！不要打我的牛，哎，没事。啊！撞死他！两只猫，我去帮打一下吧。他还敢过来哦！你敢过来，我就敢打，打死他！他被卡住了，这个笑死，太好笑了吧！他快要死了啊！完蛋，我按错了，笑死！我也很烂，再来！哇，人家怎么放那个树啊？他要死了，打他！哦，牛牛撞他！OK， 没有问题。哇塞，等一下，救大佬啊！大佬，救命！等我，大佬，立即帮你解决，立即帮您打爆他。不用谢，哎，好怕，好怕。先保住妙丽好了。等一下，妙丽，会让我疼死。Yes！ 很棒。然后我们再放那个，反正妙丽应该死了，那我们再放两只猫好了。我看你怎么打他？哎呀，哦，没事，妙丽还没死，先来一口。哎呀，死掉了！看不到。啊，死了，快去打他，打爆他！喂，打不到。感谢大佬，很 carry 哦，超棒 ！MVP 果然是大佬了，怎么那么厉害？看一下他的卡组是什么哈？怎么看？看不到，先出去吗？我最近就你翻嚟睇下。
冇鼻人啊，咩冇鼻啊？你望真啲先啊，碌碌大啲 ，OK， 放大啲。插手鼻哈，插手鼻有啦，你看那个鼻子在这里啦，怎么看不到 ？Here is my nose， OK， my nose， I have a nose， OK。又唔识决斗嘅黑巫师啊咩啊？我不知几好啊，大佬 carry carry me OK。艾欧丽同学，艾欧丽的帅，赚不到二七，我这个段位应该是蛮低的，应该蛮好赚的吧？大佬，我想有点想发呆，不用动啊，交给我就好了，大佬没有问题。等一下哦，我们刚才哎、啊、对对，我要看那个卡组，他大佬带的是什么卡组呢？啊嘞，是这个吗？哇，那个伤害超高的！哦，好哦，他用这个吧，我比较小看到这个树，那个时候刚出蛮难用的，现在我也不太懂用。Hello Wilson 和 Jason 哈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Jonathan 和 Jason，Thank you for coming。他用毒吧，毒十五等的蛮高的，他加一十六。那肯定是真人了，我感觉那个 AI 都那个等级都蛮低的，会唔会太低啊？所以啊，点会咧啊？冇问题，我哋可以咩话？抱大佬嘅大腿啊，低等啲都唔惊，不怕，等级差就由大佬来解决，我们只要抱好大腿就好了。三连胜，感觉这两个是双排哦，一起打的那种。但我的对手、我的那个同伴，我的大佬六连胜，我看你们怎么办？哈哈哈！先看一下九吗？八吗？感觉是 AI 啦。这边十一、十二，比较平均吧，不太好确定。不过有六连胜，应该通常都不是 AI 吧？先踏个盾好了。哦、OK。我先等他们那个走到这边，我再用那个熔岩。哎，他有那个瓜拉、哦，那太棒了。哇啦！收掉他们！这个是什么？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他还放了一个 Time Turner 在我身边吗？好耶！不用怕，他保护我吗，大佬？太棒了，大佬！我就站在大佬后面吧。Go！啊！我要先搬那个啊，他套套盾了，他那么会玩吗？好厉害哦！那我就继续在这个盾就好了，我们一起站在这里。哎呀！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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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盾保护。感觉我要去出去处理一下这个东西哦。啊！完蛋，处理不行。处理不到，救命！大佬，救命！我要死了！那个卡山甲被打出去了呀！先把那个卡姐先回一下血好了，她快要死了。OK， 那我们现在满了，妙丽 ，Let's go！ 冲啊，大佬！你看大佬那个阵超可怕的，什么阵？再造盾好了，哈哈哈！想打死我们啊？不可能！啊 ，Go Go！ 冲啊！大佬召唤阵啊，无敌啊！再来一下，怎么打得掉我们呢？哦！我看你怎么办？我再套个盾，盾盾流，盾盾盾，团圆再团呐，更多团呐，啊，超棒的！我看你怎么办？对对对对，让我在这边再补个血好了啊，帮大佬补一下血啊，完美！笑死！我就站在这里，哎呀，怎么打得到我呢？怎么可能？那再套盾，盾盾盾盾，两个盾，啊，笑死！我可以按这个东西了，原来啊，不知道，先去按一下好了，帮忙按。哎呀，笑死哦！再回血，太棒了！那怎么样都死不了。哎，打完了啊，不是，还有一个，还有一次，打他，
发现谁也有谁，这是什么？我就只看到一堆东西，然后在墙上面也清不掉。然后我们就有那个剑流了，剑楼了，他有点我赞哦，所以他是真人哈。我点他赞，他还回赞呢，这么有礼貌的，果然是大佬了，好厉害！帮大佬补龙蛋，对对对对对呀，我没有补，我都全体补，我都没有看。笑死！我看到他有那个嘛，有妙丽，然后那个 Cassandra， 还有什么都有，有龙蛋，还有那个嘛，那个叫什么 David 还是 Kelvin 还是补血的那个，几乎说是大佬啊，好劲啊！那个大佬们就是太强了，他直接都在那个我们这边就玩建筑了。哎呦，有东西可以抽，先抽，我都不留的现在。反正你怎么抽那个卡组都升不上去，有了有卡了，你也没有钱，没有的 ，useless。I don't have money, I can't agree. OK， 请给我一个有用的。Time Turner， it's OK， 不错。哎，不错吧？这个我好想要多一点。我现在还差一个就可以保底，这边还差15张。每天都来一点点就好，那遇到好的队友我们再绑定他。现在都不停的抱不同的大腿，对面有四连胜哦，但是感觉用这个头像框的都是 AI， 这个框已经是很久以前的，在我退坑之前的就有这个框，然后他们两个都刚好一样的，我感觉不太对，但是他15等哦，我这边像真人吧，卡比较新，然后那个等级比较不平均，对，看上去是真人，但是其实我不太会分辨。Protego Totem, Stock of Monster Book of Monsters。我这人最好。哎呀，先走了，到了，哎呀，好痛啊！我要死了！大佬救命的，我先帮他打一只吧，不然就先打那个吧，快点呐、啊！不要再打我了，为什么他要针对我呢？喂，这怎么打呀、啊？这弹头超多的，救命！等一下。我不要再 snowball 了，340要死了，我救命啊，是鬼啊！但是不行，等一下，喂，我要死了，要死了，大佬救命了，不行啊，这个不够打呀、啊，这怎么打？还要把什么龙？这个龙是什么鬼了？他还有那个吗？锁命咒，再见。太可怕，人都快要没了。等一下，不对，要死了呀！我对面锁命咒来锁都没了啊！不要再打了，我不要再 snowball 啊！没了，各位，我们已经死掉了，这太可怕了。他还给我一个什么？不行，我再倒盾好了，不行的，有谁？他们两个配合很好哦。等一下，我按出去了，我要死了，我闪这个贴接了。喂，闪车！他是真人，他会上车。不要再烧了！七八个人！我等一下！我倒盾，怎么？爆了！太豪华了，什么东西？这怎么打呀？这打不过啊！啊！猛收爆！等一下，鼠兵在呀！得了，再见！超好笑的！终于给他们都来，我觉得这不行，你知道 ，Unico 先打掉他。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听手啊！不要再打了，
哦哦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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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哎呀，糟糕！你快跑啊！不要救我啊！等一下，先蹲，要死不要！我救也没用啊，我救了他也会很快死啊，我们都顶不住。等等等等，棍顶不要，我死掉了，他也快死了吧？这不行啊！人家配合很棒，先点个赞好了。我们努力了，各位。救命！咩场景嚟嘅呢个系？哈鱼猪头早晨啊 ，Amen 啊，等等等等啊 ，We lose， 好可怜，同一时间啊，大佬救命啊！我而家都救命啊！救命 ，Help！ 拉边火车头，系啊，个头爆咗啊，几惨啊，都不够打了，怎么办？要看了我们的同伴，我这里其实能攻击的手段就其实只有那个牛吧。我这个猫是拖时间的，我好像没有什么能攻击的手段。这个吧，清一下那个蚕嘛，但是好像也清不到。刚才太多了，真真系数量啊 ！Yes， 所以要靠队友，靠一个可靠的队友，有我哋做 support。可恶，怎么那么难打啊？这不是4000分吗？5000分的是怎样强敌吗？不要啦，用强敌8-0走开啦！你这样我怎么打呀？先看那个等级差有没有12、14，感觉还行。我们这边是15哦，大佬暴击。好的，先发一只牛好了，加油牛，撞死他！哎，还有那个不要，哦，哎，只是打不到。哎，讨厌啊！不要，等一下，不要打了，不要再打了，呜呼呼呼呼！好可怜哦，为什么我们都被打啦？不要！蹲！打你只仔先！啊，不要！呜呼呼，好痛！为什么他打我一下，我都快要死掉了？这不太可能吧？先去把他弄掉啊，那个金甲。打不到我，笑死了！对不起，大佬，打不到啊！大佬被烟火了。没事，我会帮你。哦，帮他补个血吧，那就不用怕了。这个博主大佬，哎，好厉害啊，大佬！等一下，我去帮他打。等一下，哎，不对，哎，掉个盾好了。呜呼呼呼呼呼！哇，没盾啦，掉币啦！哎哎，这么厉害，大佬都清掉了，果然是大佬，就是不一样呢。哎，都不，不要，你知道这样很可怕吧？先补大佬好了。啊！他要上车，我要上车，上！等一下，大佬，等一下，你的车子，我 OK good， 笑死！他那个车我刚才快要上不到，超好笑。No problem。喂，他爆车了，等一下啦。哦，还没事，脑宝，我要找个办法要把他们先……哎，等一下，哦，我快要死了，救命！Yes， 顶住，差一点 ，OK。哎，还没死吗？等一下，很幸好，差点就 GG 了。补血补血补起来！哦，头大腿成功，大佬太强了啊！点了个赞，我也点个赞，大佬谢谢。虽然我手忙脚乱的，但还是没有死去，太棒了！我帮我抖下了 ，OK。
是谁？厉害吧？果然双排才是最好玩的，单排就被打烂，双排就可以抱大腿，就是不一样，各位。哦，哦哦哦哦哦龟山草啊，咩草啊？我而家系普大腿 ，OK， 你要赞我，呢、這个简直系识时务者啊！我系英杰 ，OK， 我仲未上车，系啊，未揿到啊，揿唔到就走鬼咗啊！好彩佢有翻嚟啫，唔系我就死鬼咗啦，真系奶哈！希望这次也能跟到大佬，不过如果能够一直组队就蛮好的，可以。找个超强的，然后我就抱住他的大腿不放。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就那个嘛，那个很多召唤生物的那个蛮强的。你血太强的话，卖自己其实也是好事吧？我要怎么卖？但他还是要拉我，也只可以拉两次，两次之后就没了。十二等 ，OK， 冰炭子。嗯，对面的话感觉是生物流哦，它有那个龙跟牛都是比较常用的卡吗？嗯，先放个牛好了，你不要过来。哇！还有水怪哦。哎，它有那个卡。卡姐，卡姐先打一下，打啦！你在干嘛？快打啦！卡姐要死了吗？先那个好了，先荣恩好了。不行，我要帮荣恩到他的盾，不然他会死去。啊，不是，我套盾，你走了呀？你怎么走了？笑死！哎，跑了耶！太搞笑了，那个恶火也不够那个金甲打呀，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可能呢？啊，对面也是三叔哦，好可怕！放只牛好了，恶火不够三叔打吗？怎么可能？完蛋，恶火快要死了呀！他顶住啊，恶火！我放那个恶火去补血好了。哎，怎么跑了？等一下！呜、哦，这打不过。不要打啦，停手啊！算了，先套盾好了。呜呼呼呼呼呼呼！啊，没盾呢，跑了。超可怕的，这个打不过，快点打！那个牛要过来了，这回怪兽狗搞不？快呀，快呀！唔得喎，劲多血喎，点打啊？回过去先。不要再打了。大佬被歪熬啊！好可怜，我那可怜的盾都快要没了。恶火不行啊，怎么看打不过？哎，不要再打了，不要！要断啦！那个水怪也是很可怕，要去把它清一下吧，不然它就自己的话清不了。喂，你怎么走掉了？什么东西？呜呼，跑了啦！呜呼呼呼，呜呼呼呼，呜呼！我就死，命不久矣啊！唉，真系上个车先，大佬要唔要上车？等一下，先跑了啦！大佬，这个蜘蛛也跑太慢了吧？那个恶火都死掉了，那个蜘蛛。
快上车啊！你在干嘛？我已经没车了啊！我要跑了！呜呼呼呼！他在干嘛呢？呜呼呼！停手啊！呜呼呼！他死掉了吗？我要死了，我也死了！你不要再打了，我救不了啊！我按了那，然后他就。我也死了，我没血啊！是谁被打烂？我刚才上分才50，然后我下来就扣20，我扣一半，好可怕！就往哪进？再找一个，我希望能够找到那些我会配合的，最好就跟我不要跟我一样是圣物流的。那如果他是？那个法术流的话，那我那个生物可以配合他吗？要不他就比我更召唤物的，他就超多，他40连射，那两个头贴感觉像是 AI。要一起排吗？我可以配合你，不要配合我，我太烂了。要我配合你才对呀。我先打完这场，再看看。道多很好，我经常会听到那个 potato potalon， potato potation， 他自己自私走掉了。你看，就感觉这个是自己人哦。哦，你要有吗？我先容恩好了，再见，送走。啊，走了，走先。哇，那个金甲！救命！等一下 ，Cassandra 打他！不行的啦，这个金甲太痛了，快点啊！我都快要死了呀，我直接都没一半血，人都快要没了，不要再打啊！走啊，老总！哇、啊！不要收宝啊！好可怜，不要再打！我等一下，这怎么办？不行了，等一下，先打我盾好了。那个盾也没了啊！不要再打！啊，救命的大佬！我不要！等一下，他可要不放那个火，快跑！不行的，我要死了！不要再毒了，对面很可怕。不要 snowball！ 哦，我全部中灾，大佬，还是一把干的。哦，你看我的血量，我都快要没了！哇，好厉害，大佬怎么做到的？啊，等一下，我要死了！他不够血性啊！不！不行，我要上车了！大佬，你要上吗？他上了！我爆车，我再走啊！走了，要爆了。他下车，他感觉这个车没有很好坐。完蛋！完蛋，车也爆了！哦，救命啊！那么团死！哦，对面咁夹咧，根本打唔赢，不行。大佬怎么办？哇，他那个传送蛮好用的，但是不行，他快跑啊！我收波，唔好救我啦，佢命不久矣啊！哇，有毒啊！呜、哦，这怎么打？啊，那么疼，救命啊！我被打烂呢、欸，怎么那么难哦？啊，没了！快跑啊！甩盘啊！不得了，又死了！哎，又死了！哦，
啊，你不要再传了！我们囤的没啊，快点！啊，不要 Winsma， 走开啦！蹲！我吓死！每天都要濒死的边缘，啊，不要再打啦！他有毒啊！保住个命仔先哈、啊！完蛋，大佬被直接命中了，他死掉了，弄个头先啊！啊，先盾再救人。OK， 啊，不要 snowball 了，快跑！哇！哦，救命！哦，我冇卡了。不行啊，要被打烂了。那个金角一看人家都根本那个都没有扣过血。啊，这个不行，这个好像没有配合的很好，他们对面的配合是蛮好的，好吧，噔噔噔噔 ，end， this is the end of our story， thank you for watching， 听到的就神哈， thank you for stopping by， 打开呀，听翻嚟之后听到挂叫正啊，都被打烂了，喊出嚟啊，马林苏同学，安好伊拉塞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那个同学要打吗？你在吗？看一下，啊，你的头贴很可爱，笑死了！这个头贴好正啊，有一个 Vinian 好吧？我看一下，可以看到卡组吗？好像看不到耶。队友资讯好像没有，那我怎么才能看到那个卡组呢？这里也看不到，好像只能这样了。我尽量打个配合吧，但是我不太确定能不能行哦，努力一下。我如果能够看到他的卡组的话，我就知道怎么配合嘛。啊 ，banana banana， 我一个只有 banana together， 来吧，强敌哦，强敌是五连胜。我感觉这些用这些头像的都是 AI 吗？好难呀、啊，佢本身个 game 咧冇呢个头像嘅，你要自己去影相再 upload 咯，所以我觉得一般人唔会咁做咯，应该 AI 先会咁做。哦，大师之证啊，成行啊，我来哦，看看，我先看有什么东西，先到盾好了。Potato potation。哦，他有妙力哦。哦，哎，我踹得很好哦。哎呀，他直接把妙力带走了。哇，我被嘟噜嘟噜噜牛 ，Go， 我的牛。我被打烂呢，好痛耶！啊，不要再打了！等一下啦！好可怕！用毒了！不要 whisper 了！不要打了啦！什么东西啦？太可怕了！帮队友安弄一下那个。但是我快要死了呀！你老板把清啊，冇啊！不要再打了！我感觉不太不要，你知道吗？我不要！为什么他可以这么打我啦？啊！
哎呀，我的那个樱花好像好死。死了，再见各位。笑死，我好烂哦。第三一呀，快要死了，这打不过啊。哎，碌个盾先，有盾有希望啊。感觉不太妙，先跑了。等我上个靓车啊，要不要上车？哎，完蛋！啊，我的车直接没了！不要再打了！我没了！救命啊！是谁？好烂！他那里他的金甲都快要打爆我们了！他死了！哎，怎么死了？笑死！太强了！这个咋死 ？Nice！ 完全不知道对面怎么死的，让他打吧。对，我只要保住我的小命就好了。对上位男人上山啊！鬼子啱啱好啊，睇烟花，我哋咪就系嗰啲当季烟花，俾人打上空天空嗰啲。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同学那个卡组是长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再配合一下，怎么看用卡吗？安东尼洛同学的那个是荣恩，荣恩的回响，然后还有妙丽瓜拉跟荣恩，然后是。感觉比较像控制流的，他有那个充气咒嘛，然后有禁锢嘛，有毒嘛，所以他应该是把人先困住了，然后再攻击他。那我们这尽量可以，我们有攻击的手段吗？看一下哦，没有，我们也没有，只有一个烟花吧，笑死。但是我通常应该也配合不了队友。在人家用那个禁锢的时候，我通常都应该没有那个 cos 可以出烟花，感觉可能要想一下要怎么办呢？我台烟花，你做烟花，对我就是烟花，最美的烟花，好大雨呀、啊，好大雨啊嘛，你边区啊？定系你讲紧我哋呢度啊？落好大雨，俾人打到啊，啲血喷晒出嚟啊，好大雨啊！他也是一个大楼啊，跑紧大腿。我要看一下怎么搬我们的大楼，因为他有那个某某人嘛，他有雾雾影。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偏，就偏，不要这么辅助型，我会帮打一下下。然后看一下哦，我感觉那个烟花我好少用得到，要不？换一下吗？不要烟花的话，但是有烟花还是比较好清那些大怪，必要的时候还是蛮重要的。算了，就先这样吧。红鱼紧啊，红鱼香港冇红鱼噶、哦，你讲乜嘢啊？冇乱咁讲喎，啊诽谤啊！哦，真系啊，乱咁 up 啊！看一下，我平常是放法术。等荣恩被动放烟花烟火盒，荣恩被动，荣恩被动是什么？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荣恩这个回响，我要看一下荣恩回响吗？哪个？等一下，荣恩在哪里？这个吗？荣恩怎么那么帅？不可能吧！笑死！荣恩召唤魔力。强化召唤物，嗯 ，OK， 五点的就召唤一个棋子。哦，之前我在那个看到很多棋子在盘上是这样，原来是那个回响的被动。OK， 怪不得那么难打，我还以为是那个什么，我记得有一个五点的，不是有棋子吗？应该跟那个蛮像的。这个嘛，这个五点的棋子士兵，
它可以如果没有被清掉的话，它可以变大变皇后，都很厉害。嗯 ，OK。吉米头早晨啊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两边都行雷闪电啊，我哋冇啊，我哋冇分得上啊，可能系人哋嗰边。我感觉玩那个露娜丢生物比较适合你，那个露娜吗？我这里也没有可以帮助生物的，其实我最多做一个障碍吧，就可能套个盾啊，然后帮你清清怪这样。所以我这边我也不知道我打的是什么，我以前这个很强的，可恶！以前那个流派刚出的时候，他那个把声调啊打下去的伤害超高的，现在都那个抓痒一样，根本就不痛，笑死，超烂！你怎么带网鱼仔？他宝宝傻着啊？要不我现在先进去看一下，我看看这个改完之后有没有变好，没有的话我们就再改就好了。不过你的连胜可能要断哦，我之前断在19，我拿不到那个发型，我笑死，明明20连胜就可以拿到成就，我就断在19，所以一直那个封面就写19，超好笑了吗？你那边落雨之后，这边没有，我没看不到有没有雨哦，老实说，即有这么黑呢，跟住又闩晒窗，跟住乜都看不到，我又听不到，我戴了耳机，其实我听不到也看不到有没有下雨，但是我感觉就下雨蛮好的，因为它那个天气会变凉一点点，然后到直播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热，就蛮好的。感觉要等那么久应该是对 AI， 通常对人很快就配得到，看一下、哦、是不是不知道，都看不出来，不知道。好在我的陀仔个表情好正，个头像你 icon 望到咧，咩料啊个头像咁傻仔啊，只是3，感觉有一个是 AI 吧，都只有9等的。哇，同学，你的那个卡组在发光是怎样？他全部发白光？问号 ？Potato，potation， 我经常都不会练那个 potato 吗？Potalon， 我先把那个收掉，死吧！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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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走了走了，跑了跑了，哼，还想发技了？哎呀，没事，那个小小的失误而已，这问题不大。我先发个牛好了，完蛋，妙丽要死了呀！我快去帮他帮打一下哦！哎呀，失败了，好丑啊！我去帮打，然后我被弹走了，怎么可以那么丑呢？太丑了啦，不行啦！哈哈哈哈哈！对不起咯，哎，对不起吧，这有点丑，哎，啊，他死了，很棒，快打他呀，打，哎，我的 explosion， yes yes， 打断他了，啊，他不是，他复活了，啊，快跑，呜，就 stay value， 哇，好强，快打他。啊，不是，我放妙丽出来干嘛了？是谁？太棒了，我就抱紧大腿就好了，没有问题。各位看到没有？是谁？我放妙丽出嚟，有成个趴走咧，冇发术噶。我得翻啲牛啊、猫啊，跟住我分都放唔到，笑死，好傻。开始秒例啊！唔好睇啦！哎呀，真系太丑了，我都超乱的。我看他快要死了，我就想着快点把妙丽放出来，然后随便放个法术，我就可以打死他。然后我发现我下面根本没有法术，超好笑啊！抱歉吧，我都哭了呀！睇下先啊，红雨雷暴北区水浸。快被水淹了吗？啊，就感觉就那些比较偏的，那什么新界啊、新界嗰啲比较惨啲，应该啊，市区应该冇事啊，我谂
一擊脫落啊，唔包打中人啊！港語大語一個點啊，翻工條路咧有遮都濕曬，我講到喎，係咪啲海水吹咗上嚟啊？笑死啊！笑死啊！唔準笑啊！陳偉同學啊啊，原來是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雖然不知道在玩什麼，我只知道主播爆好爆滿，我們在玩那個卡組那個走位遊戲。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对面打死，然后用那个法术或者是那个生物。我这边就偏上没有法术的，都是生物。但生物也转不死人，也打不死人。我觉得我应该要，可能要改一下，要让我们的卡组更有攻击力才是。我们要那个怎么办好呢？要不我走偏向攻击型的嘛，会比较好吗？我想一下哦。点好呢？因为 我想要凑那个升降调嘛，所以这个七，这个应该要比那个七要高，或者比五要高会好。六五四三二就比较好去凑。但六的话，其实我的生物也不高级，感觉也很烂，我出去两秒就死掉了，感觉没有多慢。要不水牢吧？但水牢要控制的话，我不太会控制。哎，剩下的都是五了，要不放个螃蟹吗？把我们的那个，但螃蟹我看人家可以很厉害，把那个螃蟹传送到后面，人家的后面。想一下好了，怎么办呢？要不放个棋子吗？这个都比较攻击，但是我的等级只有九等，所以也不痛。要不放个毒吧？感觉毒的话也可以清掉一些东西。OK， 那我们现在的攻击力应该会比较多一点点。五四三二，但是五四三二感觉卡卡的，因为我升调只有二三四二三五，是五四三这样，就感觉可能卡组卡组会爆掉。有一个比五要高的会好一点。之前比五要高的话，那黑豹就有可能有两只嘛。现在我都五四三嘛，我只能把这两个重复，感觉也不行哈。应该要一个六的，要金甲吗？还是那个白龙呢？那个龙好像蛮强的，但是我这个太低等了。但是金甲走没有走过去就死掉了，也不行呢，笑死！算了，龙吧，感觉龙会飞。那这里就六五四好了，看看这样能不能行哈。大佬没事，多一个出来助威吧。我们报警就好。哇，对面十一连胜了，两个双排吗？刚好一样。但是他们感觉很像 AI 啊，头贴都一样，然后一起打。除非那种就双胞胎的，不然的感觉就像 AI。不对，他十六等啊，没有十六等的 AI 吧？他应该真的是双排吗？他十六等不会在这里吧？老实说。哦，好厉害！你看他都跑不过来。啊啊！有了，哈哈！你看我的永恩放的多么漂亮。哦我的龙没了，这也太坏了吧！我先帮他打一下好了。哎，同学怎么都变成了跟我一样的流派了？我们两个音乐家是怎样 ？Explosion， 他有零哦，零是什么意思？啊，我刚走过去又被打烂了，谢谢。哇，怎么那个火灰蛇那么多血啊？那怎么打？那个牛也是很多血。不要打了，不要打了。Potato Potato 啊，我会练了。我发觉我妙力好像没用了，因为我现在没有法术，笑死。挺好笑，超好笑的，我现在才发觉哦。不要再打了！
有没有？对耶，我真的好像没有耶。不行哦，我要把妙丽换掉哦。要不就把妙丽换掉，要不就把那个另外的换掉。不然的话，这个完全哦，好像有人要打我的。啊，还是打到我要跑啊？为什么会打得到呢？怎么可能呢？食死人啊，走先。我上车，太可怕了。对面的那个也不知道去哪里了。OK， 看到了。我才上车先，上车车。我决定甩翻个盾先。我哋两个数字拉埋一齐咧，会乱咗。爆盾了，我再走啊！跑不掉了！不行了！要死了！太可怕！这是什么东西？等一下爆掉了吗？这要怎么打呀？这是什么东西啦？不行了，都疼了！慢野那个，请问这是怎么了？太可怕了吧！哦，我没血了，我要死了！他不要再撞了了！哎呀，等一下！哇，对面也太多东西了吧？这要怎么打？不行了，我要清怪，砍掉现场啊！我想嘅，我被人打爆，大佬，我被打烂耶！这是什么东西？对面也太多东西了，不行，我要清掉。那个龙没用的，一下就死掉了，太低等了。那我们要什么呢？要比较厉害的，有什么比较厉害的 ？Thunderstorm 不能用吗？笑死，被禁了 ，ban 卡了，真系。哦，好可怜，双排的。三排，我是拉拉队啦。其实，哇，叫啊，冷猫，场上大乱斗，也太多生物了吧？这怎么弄？我就超可怜的死去了。不行，我还是要烟花。虽然烟花很贵，但它有清场的用处嘛。那怎么办呢？不行，怎么那么难呢？这不可能啊！哎呦。多啲攻击先都系，多点攻击嘛。我感觉太难了，要怎么办呢？我这里现在问题是，那攻击太低了，有什么办法才可以加强那个攻击力呢 ？Attack attack！ 我要想一下哈，还是躲远程吗？都不要只补血，快点把对方打爆就好。我想一下，感觉那个雪球也不错，因为我应该算是远距离攻击吗？可能不要盾吗？不要盾。啊，小闪现 ，Hello， 发下头 ，Hello 啊 ，Good evening。我想一下，那要不要？哎，这个感觉不错哦，鬼风爪可以把他们吹走吗？那就不用怕，不用怕他们近身，但是他要试。是的话，我卡卡的黑猫还是比较高等级嘛，这个不能弃掉。这有什么能弃的？完蛋，那不能弃呀！不要牛吗？那没有生物的话，感觉不要生物的音乐家吗？嗯。我想一下好了，
我换回去了，好可怕！我在想要怎么换，因为现在就感觉我们亲那些很多生物的，就亲的也不快嘛，所以要想想怎么把他们都弄掉。要不我还是一个飓风咒嘛，然后就还是打辅助好了。这里有盾，有飓风咒，然后有那个烟花，感觉就应该打近身的话我们可以走得掉。然后嘛 OK 应该可以啦，再来一次 Let's go。 我不信，怎么可能会被打烂，哼，再来多次呀，这次肯定可以，这次一定。总之有那个怪进我身，我就开那个飓风咒，那就吹他们回去。哇，他16等的 Lobo 好可怕，不要站在角落。OK， 还在我的盾。哈哎呀哎呀，妙丽快要死了，妙丽才刚出来就要死了呀，好可怜啊。哦，他是 Dumbledore， 哎呀打到啦，怎么会，怎么可能。This is but the next great adventure. Whizbangs, inflators. 痛啊！我感觉他们都没有用那个同伴吗？啊，有啦，他用同伴了，太棒了 ！Go！ 啊，爆盾了！哎，走了，走了，快走，快跑，快跑，快跑，好痛！哦哈哈哈哈哦哦哦，我一半血就冇啦，我就走一下，我就没有一半的血了，就死的也太快了吧，好可怕呀！那没有盾要怎么打呢？那我逃出去，哈哈，我那个飓风咒想用的时候，对方就不是。对方就不是那个召唤流的，我真的笑死。不要再打了！呜呜呜呜呜呜！高音风招，哎，有用了吧？哦。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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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怎么可以那么烂呢？ Brilliant, just another exam. Whiz bang. Protego Total. Ventus. Phoenix. Ventus. 先补个血好了。他打够了没？不要再打我啦，他欺负我，快打他！ Inflatus. Confringo.痛啊，撞佢啊，等一下等一下，不行，不行，这个对手我没有攻击手段啊，我就直接被打烂。啊，不要再打我啊，哈哈，点解 why 不要再打了，我没有，我不行，我要上车了。啊！救命啊！我车都爆了呀！哦，高飞！啊哈哈哈！哦，要死了！哦，太可怕了！
不要拉我啦，拉我都都你都快要死了，我先亲一下，亲了亲亲掉亲掉。哦，他的毒刚好没有打到，不然的话就死了。哇，他两个都没有打到，太棒了吧！我感觉要下盾了，不然的话会死掉。为什么我的盾没用啊？我的盾跟纸一样，不对啊！是谁啊？好烂！顶住啊！不行啊，他要对打两个，怎么打呀？人家还有车。哦，抱歉，那是谁呀？摇藤呢？摇藤都没用啊，只有被人打爆啊，好可怜哦。这个好强啊，这个是什么？一堆东西涌过来，那张卡我好像没有哈、哦，超可怕。刚小苹果还以为是谁呀、啊？这个也是老玩家吗？我们都是老玩家了，回来就是被打烂的，我都要哭了，有哭哭的表情吗？我要哭，没有吗？我怎么没有哭了？只有笑，没有哭。哦，车都爆了，露娜好正啊，露娜看下先，露娜按不到。你个盾呢？都 A 4，哇！系那个盾有冇快爆啊？佢唔系好多嘅咩？那个盾怎么那么快爆掉？那个盾看一下，我12等的盾哦，就一下842，一下爆是怎样？怎么可能？感觉要飓风咒也没什么用，不行、啊，那怎么打呀？啊哈哈哈哈哈！好可怕！哎呀！怎么办呢？怎么会那么难打呢？怎么可能呢？要不用猫吧？我们就努力的就把对面打掉就好。我全都啊有啦，我全都用那个什么就好了，用那些被动的，笑死了！我用被动的去打这个毒啊，就放了就可以直接用。然后这个吧也是气战。气象咒也是放了就可以直接用，我就只管放就对了，位置也不用对，它会自动追踪。那我就飓风咒吗？嗯，我这样好了，5 5 4 4 3 3 2，然后我就站桩套盾，站桩站得远远的，然后就放那些远程攻击，那不是很完美？一定能行啊，可以。那我再换一下那个回响好了，回响要最好是加在那个飓风或者是那个毒吧，毒跟气象咒上面的。OK， 音乐加有吗？有没嘞？好像没有。怎么会没有呢？怎么可能呢？啊，有哦，有气象，但是只有一个。算了，加一也是加嘛，先用。那就14等呢。OK， 开公司啊，七马鞍加油啊，好嘅，努力努力啊，拜拜先，希望你翻嚟仲见到我，笑死，再来哦。我都不信，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打爆呢 ？Impossible， OK， we'll win one day， one day， 你这个意思？加油！我觉得呢，就我现在就不用生物嘛，反正呢没有那么多生物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专注在找那个对手，直接对着他的屁股就戳就好了，哈哈哈哈，4连胜。不怕，戳烂他，对着他的屁股放毒，然后对着他的头放那个闪电，哼。OK， 14等，好可恶哦！怎么可以这样 ？Let's go，
先放个牛。啊！不要 Steve 白了，我的牛啊！啊，怎么可能？电他！走好地心，费事被人打中。哦，他打不中，也太烂了吧！他怎么可以那么烂？啊，完蛋了！我以为可以把他直接靠住的，看来不行。很多盾，那个盾还没爆，再顶一下。爆了！啊，等一下！喂，啊，没事。我没事，太棒了！咦，我的牛怎么还在？我没有换卡组啊，我没有啊，不是我的牛，我不是换走它了吗？啊，没事啊，自动爆，等一下啊！好啦，哦，不要再打了啦，哦，他快要死了 ，Attack！ 啊，等一下，啊，不是。快打呀！干嘛啦？打他！打！雷血！要死！要死！疼疼疼！疼！盾呐！顶吧！这次肯定能行！啊！我不行！走了！走线！笑死！冲啊！我的牛！我收不，他不收不，哇，太可怕了！哇，毒死他！咦哈哈哈！啊，他还没死吗？等一下，打死他！快呀，快！平 A 打法，平 A！ 哈哈哈哈！这次可以了吧？太强了！第八，好第八！我们就这样，不打生物就好，直接就攻击。对准他攻击，太棒了！战术掟得好啊，实战就叻啊，实战成匹泥咁。呜、哦，冇啲怪嘅画面干净啊，好唔惯啊。我哋系纯正嘅法师 ，OK 啊。我哋呢啲咧魔法师系唔会用啲哪吒手段啊，用埋啲咩生物流 OK。谁会用生物流？我们要光明正大的去对决，对不对？那个牛要换掉吗？我看一下，但是要五哦。五的话感觉蛮难换的，五的有哪些？有棋子嘛，但是牛感觉就可以撞，有控制一下。棋子的话，它就会要耗对面的那些比较小 cost 的温魂魄吗？因为它要有两个棋子嘛，死了之后打不到的话，它就会怎么样？它就会变两只大的。所以我感觉那个棋子也不错，但是太低等级了，应该很容易被清掉。还是牛吧，牛有14，感觉撞过去也蛮痛的。反正要不这种牛在撞过去之前就死掉了，不然的话其实一定有伤害嘛。这三个都是一定有伤害的东西，我们就慢慢耗它的血量就好。就这样吧，再来一次好了。Let's go！我现在不用召唤牛了，我们光明正大的 one on one 啊，不 two on two， 直接可以起来，肯定能行。我发觉那个安东尼洛同学那个猫蛮可爱的，我之前买那个猫啊是黑色那只哦，那只有一只哦，都没有其他猫，没得选。然后发现那个猫超笨，又重又笨的，这种感觉。想换一只，但没有啊！我现在已经买不到，可恶！那个时候没有很多奇兽可以选，就玻璃手跟住树精，再加只猫，冇啦，劲少。哎，感觉这个是 AI 哦，超低等的。Let's go， 打爆对面！嘿，看一下哦，先掏盾就对了。
要打我，那个盾应该顶得住，顶一下的话 ，OK， 没有问题。为什么还是被打到的呢？他那个 Kelvin 死掉了，好像也不用。哦，水怪吗？水怪感觉蛮强的。不是，哎，那个团子啊 ，Yes， 太棒了！再补个血，无限流。哎，他要放那个猪吗？哇，避得很漂亮哦！啊，我的荣恩放早了，先清掉吧，不然会死。呜呼呼，他快要死了 ！Attack attack！ 他死了，但是我他在哪里？他在那个角落吗？他要拉人我现在不够 cos 打不掉。再等一下，我先打那个比较多血的。那等一下就一次大走就好。哎哎，跑不掉，好吧。哎，走走走走，他怎么没有回我自己的？他怎么是回前面的呢？笑死！快回我！我要死了！哦，死了死了！太棒了，各位 ！Hello， 第三头九神啊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哇，能够抱大腿就是不一样，有没有？今天做到5400，简单。我看一下哦，我们还有要改良的东西吗？我感觉我的烟花都没有怎么发射，可能这个组合不是太需要烟花吗？有那个毒跟那个气上咒的话，感觉蛮能清东西的。要不把那个换一下六的，看看有什么是六的水怪吗？但是我的水怪太低等了，很快就死了呀。他走过去一下，要走回来就死掉了。那五的话，五是三二真的没有很好，除非有两个二。算了，烟花可能就后备用吧，可能有一些东西就要清掉的话，就刚好没有遇到而已。OK，Let's go try again。反正我们现在就放毒吧，啊，对着人家就一顿放就好。剩下的就顾好自己，不要被打太多伤害。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的血量太小了，所以他们一套下来那个等级比较高的咒语嘛，就已经把我打得半残。所以我首先要保住我自己就好，剩下的就找机会毒他，毒还可以拖他的速度，所以他就跑不掉。三场攻击啊！十七等的对面好可怕、啊。OK，Let's see， 浪腾呆吧，他还打歪了，笑死。哦，冇事，哎呀，避开了。好漂亮哦！我全都避开了呀。变强了，各位。他怎么还没有出伙伴？那不要管他了，先留吧。牛。他伙伴是邓布多，邓布多的话我比较难去，反正邓布多本来就会消失嘛。那我等他第二波好了。我吃了他金鸟，吃好吃满呢。帮打一下那个牛啊，不行，他要打我了。哦，六 ，OK。两个都很笑死。哎，有了，永恩 ，Go。
毒他啊！你这个位置太棒了！哎嘿嘿嘿嘿嘿，我看你怎么跑，太棒了呀！哎，我补错血了，笑死！超好笑的！啊！不要打了呀！他还有荣恩吗？那会被打烂耶！哦 ，Snowball， 哇，我避得好漂亮！不愧是我们，太棒了！啊，盾也没了，快跑！哦 ，No， 等一下！呀 ，OK， 要快点清掉才行哦。哇，那个 snowball 也太可怕了吧！等一下。先三五吧，先撞一下。OK。算了，我们用那个吧。这个好了。啊，没有打到。笑死了！啊，幸好有大佬补了一下，更好笑。我刚才那个 whisper 我们有锁，然后打了超右边的，他就往左边走，然后就完全空了，笑死！幸好他要死掉，我应该放个那个气象咒就好，气象咒可以追踪嘛，都不怕打歪。那个 whisper 还是用来清怪好了，打人真的不行，没有控制的话。再来哦，好棒哦！哎，你用什么卡啦？现在你改什么了？这套好像蛮强的。水喷，它有那个外观，它全家外观都不一样哦。啊，它是，也是控制流，然后就输出的，只是输出的手段换了一下，露娜的。OK。那从数据来看，其实我们那个伤害也不怎么样嘛，我们还是走控制流好了，最低伤害就是我们没有伤害，总伤害4600啊，劲低呀！啊，治疗咧得600几，不第二高啦已经系，因为我哋就专注喺辅助算，即真系冇乜伤害，没有伤害啊，感觉要怎么办呢？没有伤害也太可怜了吧！睇嚟孤独七啊，可以魔法学院夹到 band 啊！喂，夹 band 要4个人喎、啊，定5个啊？好似唔够啊，挺好笑。露娜清肠泛生物，这么厉害！我露娜都是比较新的我都不懂。都是那个我最有印象的，就之前那些嘛，就哈利、妙丽，然后多比嘛，还有那个什么音乐家史莱姆这些，还有这个吧，这个忘记叫什么名字，笑死啊！贝拉，我都是比较初期的，后面的根本没有印象，后面的不知道，我都走了，然后他才出。然后我玩的都是之前的很久以前的流派，但我的卡换很多了，所以应该也不是那个流派的。你看我现在换成的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笑死。 OK， 我觉得现在就蛮好的，要不就这样吧，可以把那个流换成那个 Nasius 吗？感觉这个可以放慢对方的动作，但这个的问题就是，如果对方跑掉的话，其实多生物才会比较好用，也不一定能够打中，就是，算了，我还是这样吧，起码留有伤害。你的伤害够了，是我的卡高，等级伤害还比较高。原来是这样，那个等级还是很重要。
我现在先保命吧。其实我的打法也不是偏伤害型的，单排的话可能就要高一点那个伤害，但是双排的话，反正队友伤害够高就好了，我们就努力保住就好。忍者中两个都勉强可以呀，哎呀，没忍者的一下刀啊，太久了都忘记了，他都不动哦。哈哈，还想打哦？五、哦、啊，完蛋了、哦！不要再打了，先送走他。哇，那个水怪也太痛了吧！什么东西？我还打不死他耶！快点打呀，那个什么，打他！打他，我打他才三十，他打我八十吧，这也太过分了吧！哦呼呼，什么东西？那个荣恩四百七吧，这怎么打呀？他还会跟我跑哦！等一下，你怎么毒我了？毒他！我的毒空了，我的毒没有解药，超好笑的，要死啊！救命啊！不行啊，这怎么打呀？一下就要死了，不然那个 snowball 太可怕了。不要救我啦，救我没用啊，你救我之后你都死啊，你拉我也没什么用。啊，不行，我的盾换太远了，超好笑的，怎么可以那么好笑呢？啊！呜呼呼呼！笑死！不行的，不要救我了啦！呜呜呜！不要 snowball 了，可要 snowball 六八四幺八，他一个雪球六百攻，这什么东西？哇，超多的！不行啊，这个是什么东西？跳血啊，倒水咁啊，你过水个大佬啊！佢一个 snowball 碌过嚟啊，碌八四廿八点打啊？六百四十八那个 snowball 不行，我要看一下他们的对面那个等级哈。你看他对面一万攻击哦，这也太高了吧？他是怎样？哇 ，OK， 他那个气象咒是十八级的，还加二。这怎么打？这边的那个 snowball 十八吗？十八的 snowball 六四八，怎么可以 snowball 一下就半条血呢？呜呼呼呼呼，被打烂了！这个游戏吧，可以公平一点吗？你可以出个什么赛季的模式就。公平的，大家的等级都一样，可以吗？我记得他出过，然后取消了，可能觉得这样没钱赚，就换成现在这样，就换回来了。我记得好像以前有出过一次咁大把，公平对决的所谓嘅，大家一样 level， 但不行啊，这个游戏的核心就不能公平，还有等级都要抽的，卡也是要抽的，你没有卡的话，打都不能打。哈利波特哪里都好，就这样，这个最不好，希望可以公平一下下，稍微公平就好了，就起码不要让我这个十二等的对上十八等的吧，那我怎么打呀，对不对？你让我对上十二到十四就好，那我段位保护一下呗。哦，这有点问号，我直接十八等他打我三下我就没了，我人都没了，他只要命中我三下，我要。可能要打他三十下，三十下也伤害不了他吧？可能这感觉没啥用。哎呀，我的荣恩没有打到他哦，好烂！
怎么可以烂成这样呢？哎，你都先找一句。呜呼呼呼！不要打了！呜呼呼呼！呜呼呼！呜呼呼呼！呜呼！我打个三速，人都快要没了。你看，那个三速怎么会可以那么厉害呢？还有恶火，他恶火1200血哦，我感觉我们要记忆了呀。先把他笑死了。好了，我吃完血了，我先跑了呀。毒死他！他毒不死啊，我快要死了。再见了，那恶火有两只啊，怎么打呀？不行，我要先把烟花先把他的那个 Cassandra 清掉，那我们的空间才大一点。他我还清不掉，他的等级太高了吧？打他呀 ，Cassandra 啊！他还会补血，等一下也太痛了吧？这等一下，不对呀、啊，什么东西我还打不掉？哇，太早啊！呜呼呼呼呼！呜，不要再打了！呜呼呜呼呼呼呼呼！呜呼呼呼呼呼！不是不是，哎，对不对啊？要跑了呀！啊！太可怕了，各位！我先升个车。哇，车也爆了，人也没了！抱歉，太烂了！怎么可以那么好笑呢？呜呼呼呼呼呼呼！不行啊，各位，这什么东西？笑死了！哇！你知道这个很可怕吗？我还是放个盾好了，补命重要。不要再打了，好痛！哦，我只剩下129，我怎么可能救得了呢？我没有卡了，等，他是谁啊？也太丑了，抱歉，超好笑的。呀，那个东西也太夸张了吧！PVP 啊，讲公平啊！我看一下，他那个组合是怎样？他是露娜，16000，其实他跟我们同学的伤害差不多，但我跟另外一个也差不多啊！真是可恶，这么厉害的吗？他用什么？他也没有用很多东西啊，这个也是一个是爆炸嘛，就清怪用的呀。然后蜘蛛嘛，水喷嘛 ，OK。另外一位就比较哦，他是生物流的，I see。魔法都唔使呀，发灰呀，我化灰了，直接就不用火化，很省钱好吗？这超赞的。我想一下好了，怎么办呢？这打不过、哦、我的烟花，连人家的 Cassandra 都清不掉，只有10等的烟花好像没啥用，好烂哦！哦，我又哭了。要换成，反正都清不掉，换成那个阿兹卡班好了，我可以困住那些人。我阿兹卡班也是9等，好烂啊！但是我可以困住他呀，伤害很低是没错，但是他有几秒钟就不能移动，那样的话好像有点用，试试看吧。超烂的，
排位的问题呀、啊。讲公平就左转啊，一发十命就好公平。咁我应该唔够人打、啊，人哋啲命中咧好夸张。我试试看吧，阿兹卡班有办法可以帮助我输出，应该是零啦，但是应该可以控制一下下。然后那些什么，再放个毒啊，阿兹卡班配个毒应该蛮不错的，或者配个气象咒，那个打好打满他都不能动。笑死，后排啊，系我咯，疏咯，唔好意思咯，但我被打一下真的好痛嘛，这不太行啊，你知道吗？如果我打一下那个血不是掉很多的话，我不怕、啊。但是现在他打我一下，我的快要没了，那我能被打到吗？肯定不能啊。哦，15的14，哇，好可怕！你看，只有我是13呐、啊，我也不是什么都13，有些12、11也有啊。那我最低级嘛。哦，先到我盾。这样就蛮好的，有毒嘛。好的，送走。好的，23，然后看一下，好的。他打球吗？哇，感觉打球都什么多少年前的东西吼。这个吧。他在打我吗？我的毒没用，我的毒有解药，超好笑，整死人了，等等，好怕，死人，我跟我砍不住。我先帮你把它清掉好了，但是我也快没了，啊，不要再打了。啊，打我啊，没门。哦，要补血啊，死开！啊，他怎么可以那么多什么棋子？他是永恩吗？我怎么打都打不完哦。我先帮他那个弄一下好了。不要 slow 过了。OK， 我快要清掉了。那我现在出一个阿兹卡班好了，把他困住。好耶，棒！太棒了，再撞一下。等一下再出两个那个气象咒好了，都电死他！啊，他就吓死他，毛毛眼，超好笑，好烂哦！呜呜呜呜，看不到！呜呜呜呜，等一下，等一下，他先走了，等一下，等一下，蹲。不用怕，只要有盾，什么都能行。先电死对面的。哇，盾也没了，好啊！呜呼，哎，有了，有盾。蹲。啊，盾没了，啊，毒死他！啊，我要有盾了，无敌盾楼，团团打完。蹲，只要有盾就有希望，电死他，电不死。他是谁？他是死人也太烦了吧！蹲，快点啊，蹲，要死啦！还真功标你个头啊！哎，阿Sir啊你！补血！
系咪喐？哇，他怎么可以打球呢？这个世界还能打球的吗？到我啦，上车！不怕，盯死佢！呜呼！哦，微微移动卡了，我要死在这里了吗？我死之前要拉阿拉伯的，快打他，不要救我啊！打死他！等一下，等一下，毒死他 ！Yes, yes, yes, yes！ 哈哈哈哈哈！啊，可以吧？厉害了，我的毒没有解药。虽然我完全没什么用，但没有关系，最后一下是我打的，没刀狗啊，我是尾刀狗，赞啊，太棒了，各位有没有？我看一下啊，刚才抬了好一吧，其实刚才同学不用救我，直接把他打烂就好，他只剩一滴吧，然后你救我的还有风险被他打，对不对？哇，我有一万哦，我有上万好吗？虽然他们都超高的，超可怕，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很强，鼓掌谢谢，太神啦！5000是平均18吗？大概最多打到那边，我觉得也是，再上去的话没有18怎么打呢？应该被打烂，我现在都被打烂了。这个段位不是应该蛮轻松才对吗？怎么那么多人18等呢？他们氪金氪的那么凶的吗？但确实我们两年没玩嘛，那可能那个进度等级上确实比较低。恭喜同学阿拉伊拉塞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没想到这个游戏还有人气吧？其实应该没有什么人气啦，只是我就还是忘不了那个魔法世界嘛。忘记唔到佢呀，成日走咗咁耐，仲记住佢。我都走了那么久嘛，我还是回来了。我就没多久又回来，没多久又回来看一下。虽然他还是这个游戏嘛，其实就 OK， you know， 都没有很好，在公平性上面真的还有要更好的地方。不过嘛。啊，算了，还想踹我啊！我看你踹个屁啊！等一下，怕爆！要打球，打你个头啊！快把清掉，不可以打、啊。OK， 都清掉了。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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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打啊？啊、快点打耶！不然的话，他要变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变大！我明明，我不是啊，我明明有打掉的啊！好棒啊，这个。不过那个烟花就差一秒钟，不然的话应该可以把它收掉。啊，我没有！啊哈哈哈！我的毒不是我的，好烂哦！不要过来，这是谁演的？谁开的？呜呜！不要死啦！哇！我不要再打啦！呜呜呜呜！你等等等，爆团子！盾也没了，怎么那么烂？哦，这什么东西？我要嘴干死谁呀？死人太可怕！不行了，直接把它收掉好了。不行了，收掉它还会有小的，收不掉啊！哦吼吼吼吼！哦，救命啊！快打！哦。OK， 感觉看上去不错啊，
不行，不是，等一下啊！等，快跑啊，同学！上个车没什么用。他死了，冲啊，毒死他！啊，他怎么会飞呀？蹲，先下蹲。救人！啊，要死了！我的妈，太慢了，超好笑的，什么东西？妈耶呀！他这个是什么呢？他刚才会飞哦，那个是海格吗 ？Hagrid 那个外观吗？我以为他要打我啊！我被骗了，我以为他飞过来打我，笑死了，死得好惨！哎呀，我想要嘅大佬啊，对面咁难打。点打啊！芝麻嘅好可怕哦，被打烂了直接。V P 模式好似又唔错，收石系咯，即系如果佢系公平对决嘅话，几好玩咧，都真系可惜。有冇个游戏可以照抄《哈利波特》，但系改翻公平啲啊？笑死！对付老七啊，直接秒杀啊！乜嘢？佢高我咁多咧，我打到咩？这问题是这个等级差太远啦、啊，你知道吗？我只有12，他对面有18，我怎么打？我都死定了嘛！全城嗰只啊，仲好啊！阿佛地师傅啊，做佛地魔冧爆啊，死得好惨啊！仲算送头咩？送头啊！我有试下救人，又救唔到啫嘛！主播晚安，番茄酱同学安好，伊拉塞 ，Thank you for coming。我直接笑死，我超烂的，我还有救吗？我看一下好了。啊，那个嘛，阿兹卡班好像也太高 cost 了，然后我伤害又低，然后混到人的那个秒数也非常的，也不是很多，完蛋，那怎么办呢？那个吗？索命咒是唯一能够就对抗那个等级差的吧，因为他四成之后他就会，反正打中对面就一定会死嘛，前提是打得中前提是怎么打得中呢？不知道，不过试试看吧。唔知呀，试下咯啊。你啱先讲冲嗰阵咧，好 feel 都会碌柒啊 ，cry， 我真系 cry 咗，点会咁嘅咧？唉，我的棋子立起来了，又收回来了，一气呵成好吗？很方便，拿出那个魔法小口有救吗？可能要氪很多才行吧。我2年没进来哦，你想一下，2年的进度，你要氪多少才有效？而且、啊、我跟你说，那个哈利这个游戏啊，其实你氪金，你氪个1000块台币，感觉那个提升也没什么，这完全没什么用，你知道吗？这太烂了，你可能要氪个几万块吧，才可以看到一点点提升哈。我之前都有氪月卡呀，有氪那个通行证呢，什么便宜的都买呀，但是没用，你买便宜的就是烂。我的毒好烂。有收掉他吗？不知道耶。先随便打一只叠一层好了。那个 Cassandra 快要死掉了，应该 OK。清掉就好，这个要23吧，回一下血。哦，这贼人啊，我们家的死人吗？哎呦，感觉好可怕啊！哎，跑喽！不
行，跑之前要先打一下，不然那个他们复活好快，打不死啊！很小时再见，但我没说，我先打死那个麦豆秀。打不死啦，好可怕呀、快打耶，有了妙力叠成数叠很快，补一下血好了， Go Go 妙力打他，我、太多了，先走了，笑死，好烂哦，放个毒好了，他都过不来了，完美各位，我怎么这个这样呢、那怎么打呀、等一下、我逃进去，我还差多少才能打呀，这边吧，好像满了，我们满层数了，咦咦咦咦咦咦，我看你们怎么办，我现在对着他屁股就是打，先保住小命再说，啊，死也太多了吧，没下了，我要走到那个玻璃兽后面，玻璃兽后面，顶住顶住，那我就不会被打了， OK，Let's go！ 软的，哎，他有那个海格顶住了，打不掉。没事，再来一次就好。我的索命咒，我看你们怎么办。好耶，好耶，快了，快了。这次肯定能行，看我的，瞄准，我先到前面去，来吧，我的阿兹卡班 ，Go！ 啊，打不到，啊，走了，走先，打不到，笑死了，好烂哦，哦，抱歉，为什么会那么烂？不会的，怎么可能呢？不行，我再来一次，我不信，肯定能行的，怎么可能呢？我再打一次，这次相信，来，我的索命咒，等一下，找个好位置，索命咒，等一下，快要死，索命，完蛋了，笑死，打不中啊！我的索命咒没用啊！要死了呀！我跟你说没招，打不中人，打不到人啊！那一堆生物要怎么打呢？好可怕 哈利，我记得本来很多人玩，然后就要逼人氪金就不玩了。对呀、根本就追不上去。然后你不氪金，你氪金的你还没有体验，一堆人氪金被打烂，我就算了，我都没有氪金，我氪一点点而已。谢谢主播的解说，还好我没玩。我要怎么解说了？我就打不中。我应该没有什么解说，笑死，我全都没有打中好吗？我索命咒叠满了，然后那个摸人一下都摸不到。咩啊？六七七七数的，六七数的，数啊先，真系我飞咗啊，唔中咋？咩话我冇飞到啊？我质疑我个能力 ，OK？ 我哋非常会飞 ，OK？ 只飞唔中啫。不行，那个索命咒还是要练一下，我就不信都打不中呀，那不可能好吗？再努力打一下，肯定有一下能打得中的。哎，等一下，那个多比是不是有索命咒可以玩？我要不要换一下多比啊？多比嘛，啊，只要能砍得住，应该就 OK 了。那我可能要带个补血，不然的话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算了，先不要补了。啊，相信有凤凰。
放完就可以补血了 ，Go！ 死死人成为属命咒的叠层，这是什么笑话？打不到对面生物有点多，可能要先清掉生物，所以要一个咒语把那个前面要清开，或者你要走到别人很那个脸上面才行哈。歪的问题会不会大啲呀、啊？咩歪呀、啊？我冇歪呀、啊，我飞出去嗰下系正噶，佢走咗咋，要控制佢又再打，要先控制吧。反正他前面没有怪，然后控制他，然后打那个索命咒就好。我多比的话就可以控制那个二段了，应该比较好打得到。但是我没有练过，所以可能那个索命咒会，没有追踪到。我努力一下，但是不太确定哦，我的技术不太行。那还是要练一下呗，打得好的话，署名咒还是有点用。一击毙命啊！金探子，哇，他超多的，我先把这个弄走吧。哦，有打到，赞。笑死，好烂！我 kill 粉我也打不掉啊。我觉得我现在那个鼠面中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血都太高了，我全，哦，我没办法打得掉，那个 kill 粉就死掉了。算了啊，忘记要捡那个金探子了，我经常忘记，笑死，也太烂。哈哈，没事，直接送走。哇，他直接送金探子给我耶，赞！怎么可以那么好呢？谢谢他。我看一下这个。狗狗，我可以清掉它吗？算了，我先清掉那个蜘蛛好了。我的鼠命咒被断了，什么垃圾？不要再打我了，我要鼠命，鼠命，懂吗？鼠命 ，yes， 但是没有跌到层数，没关系。最重要是什么？打断对手，然后不给他救援。可以哦，虽然我很烂，但是有赢。我完全不知道这场我做了什么，我基本都没做过。我有做，有做做事吧，我完全没有打中耶，超好笑的。索命咒被人断招，哎呀，惊死我了！怎么被断了？可恶！我有清怪吧，只是那个金探子忘记捡了，索命咒被断了，笑死。然后打那个控制歪了。好的，我做的太好了，各位，完全是完美的示范呐、啊！再来一次。还是叫黑鱼，有乜可能啊？听日要翻工噶喎，有乜可能黑鱼啊？存在感低下，金探子，金探子对唔住，我唔记得要执啦，忘记要剪啦。真的是大腿啊，一砍二无敌，对，没有问题，我们就直接抱住大佬的大腿就好，我就慢慢就练起来，我肯定有一天会变强的，各位啊，金探子，他打我就跑。Casting cards soon. Inflate. Acromantula. 完蛋了，错了，走，笑死！我应该要攻击的，我刚才，我刚才不小心按了隔壁的，好烂哦！先清掉这只吧。啊！不要再打了。Yes， 快点清掉这只吧。然后我要叫妙丽来走了。啊，跑不掉了！
喵力，手变招！等一下，哎呦，打到！哦，不要再打了。我看他是哪边，这里吗？一次清掉，啊，清不到空啦！看不到，我才没有空，我怎么可能会空呢？笑死！啊，空了！不可能，怎么可能会空？肯定是假的！笑死，抱歉，好烂，先救救大佬，超好笑的。怎么可能呢？啊，打空了！啊，怎么可能？啊，算了，放弃。呜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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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呜，我等一下，呜，看不到。呜呼呼呼呼！我空了。呜呼呼呼呼！不要再打了。呜！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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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啊啊啊！可以吧？我的那个关关破，虽然我是玩数命咒的，但是我用关关破打的，笑死！什么东西？我的数命咒叠得超慢，然后没有打中人，不会是我们？对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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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打中，打了500了，中500，笑死我！我这个 cos 6个魔力才打500，这太烂了。数命咒是只能叠40，要把它一级带走。不然的话，那个输出其实很烂。那我的13等而已嘛，笑死！什么东西？呜呜呜！天文台啊，黑色警告啊！我啱啱先发嘅啫，但咁我咁夜先咧，佢凌晨就会变翻，就唔会黑雨咯。大家要翻学嘅翻学，翻工嘅翻工。细雨系咪都落紧雨啊？全港范围要开始入边黄雨，冇错啊，雨都唔俾你淹。再来试试看好了，但是我感觉这个我攻击也没有多少，感觉没有帮上忙呢，越帮越忙，18连胜，什么东西？哦，凉啊，先喝口水，压压惊。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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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15，这只有我12吗？请问？那我肯定被追着打呀！不要啦，他们肯定会不理我的，不要欺负我！可恶！先跑就对了。哼！啊！他走掉了。没事，我找个机会。但是他们那个血量太多，我一只都清不掉啊！他6677啊，我才打482，我都清不掉啊。我好像要空了这个，我有幸好他走到那里去了，那我还是能打一下。太好笑！啊，我吃好吃满呢，我是多比耶，抽打一下，走喽，跑喽，跑喽！哎，他有玻璃兽，太棒了！我的妙力都是要靠这个玻璃兽叠起来。等一下 ，Yes， 等一下，索命咒打他，啊，好像喂，等一下，哎，不要喂，哎，没事，有打到，啊，好痛，呜呜呜！呜呼呼！不要再打了，被打断了。哇，对面也有那个吗？就不让他救就好了。你还想救？我看你怎么救！还想救啊？啊，救起来了，跑喽！
you up by the fire. Cheating is assault. Legitimate. Blatant.哎，干啥哟？可以出一下。快打呀！我对我的那个属命中根本没有叠过，这样子，怎么那么烂？我还是不要用什么属命咒了，感觉没什么用。等一下，我在发动技了。等一下，我先等一下。哎，这样子。救命啊！你要不要考虑换成妙力？感觉你没有打宿命咒。对呀，就感觉打不了。我打了，那然后他的血量太高，我都打不掉。算了，对，换成妙力好了。等一下哦，但是妙力那个 Thunderstorm 被禁掉了，现在不能用那个 Thunderstorm， 所以我们又怎么办呢？半分钟前啊，睇你点救啊！哦，你过我想嘅，我做唔到啊嘛。问就是我做不到啊，我做得到，我还能这么可怜吗？我要妙力放毒瘤，好吗？我想一下要怎么办，反正妙力嘛，就肯定要这个，然后一些比较低的。然后几个比较高的，就三张比较高吧。我们用什么主要的输出手段好呢？会出了，大佬你要走了吗？不要走啊！你走了我怎么办？我要被打烂了！呜，一个六吗？还是七好了？我按到，没事。我以为你看不过了，这也太烂了吧，不行啊，那个救不到，拉不到。好嘞，金探子感觉也要哦，但是这样没有位置的，不要吗？我就站桩就好了吗？那个疼呢？然后因为他不能用那个吼，感觉还是要烟花或者是六五的，用四的感觉好亏哦，不行了，妙力被禁了，分的怂，感觉他的能力下降了很多，大佬也砍不住了吗？他一打二怎么砍得住，对不对？算了，我们还是先用之前那个好了。让我想一下怎么改。那我们不用那个嘛，不用那个宿命咒。那我要想一下要用什么哈？啊呀，啊呀，用什么呢？我都没有什么选择，都金甲吧。但是金甲感觉好走得好慢，我四百血应该两秒就被打烂了吧？那六 cost 都感觉浪费掉了。算了，这真的没办法，放什么都不对。但是那个烟花也清不掉，好烂哦！哦，我没救了。哇，电视啊，小西湾浸咗 ，so sad。咁 sad 啊，系咪有系咪咁劲啊？等一下，我要这个吗？加，有啦，没有按错了。我现在就用回之前那个卡组，就一样是带烟花的，可能就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忙清怪吧。偷啊，什么偷？看一下怎么偷啊？你知道火灰蛇吗？我知道那个好厉害。但是我不会用，我看人家都可以偷，就一次就可以打很多，但我打不到，不知道怎么用。以前有看过那个攻略吗？看过影片，但是忘记了。好吧，那我们就出发看看 ，Let's go！ 我记得以前麦教授刚出的时候还很强哦，超厉害。现在麦教授都没有人在用。
现在都用什么？我有看人家打，哇，15连胜，太可怕了！15是怎样？这个段位还有15的吗？怎么可能嘛？一旦，但是他的等级看上去也不像是15的呀，难道是技术流的吗？哼，不怕不怕，我们这次肯定能行，相信好吗？那个腾讯。先套盾奏对。Help will always be given at Hogwarts to those who ask. 要清掉他的东西。啊！我怎么被反过去？哇，不行啊！怎么可以这样？呜呼呼呼！呜，我不要打了！呜呼呼！呜呼！要死了！好可怕！你看我人都快要没了，还想打我啊？这个螃蟹，不行，我的盾要破了。我先把那个卡，哎，卡桑爪已经死掉了吗？这么快，我还想说要不要清掉，结果啊，不要炸了！我先怎么清呢？先清掉我们家的吧，一起烧可以吗？好像不行哎。哇，终于清掉了，但是清掉的同时，我都快要死了。哇，他要乱战啊！我要出面睇，我在看戏，他们这个乱战也太可怕了吧！这什么东西，看不懂啊，好可怕！一堆东西，我都看不到我在哪里，笑死！啊，一堆东西。他们两个血还是很满哦，我感觉我那个七，我七 cos 清掉人家五 cos， 感觉好亏哦。两个一起清吧，那感觉没有那么亏。不要再打了！我七五，两个四吧。OK， 先保住小命。好多蛇，笑死！呜呼！好了耶！我想一下好了。变他！我在哪里？哎，我怎么出来了？我刚才不是在下面的吗？怎么可能呢？呜呼！那我疼死！超好笑，我完全没啥用，只能努力。不是的，等一下。Yes。不要再打了。哦哦哦！怎么被传送了？等一下，我想一下。呜呼呼呼呼！什么东西？很少啊，要打去练武士打呀！不停手啊！那我疼在哪？可是他们也快要死掉了，我感觉只要再一下就好，努力努力，按错了，等一下，不是
不是，等一下，哎，死了吗？我连对面怎么死都不知道，超好笑的。抱歉，不过我没有倒下，应该算不错了吧？哎呦，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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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啊！有阿蒙啊教授系三双三个世纪嘅过气产物啊，教授好可怜。现在我感觉那个海格嘛，海格是用的最多的，但是他是第三章才会用。前面的话感觉用瓜拉的人蛮多的，然后用那个兄弟的也蛮多，中间的就荣恩跟那个 Ivy 嘛， Ivy 有时候会在单排蛮常见。有捉人机咁串嘅咩？点捉啊？捉唔到啊！我也想抓，我抓不到，我那个技能不是空了，真是没用，哎。睇青都知啊，柴湾地铁站都浸啊！啊，地铁站系高层，高层点样浸到咁高啊？讲笑咩？咁大水位唔够收呗。其实好多地方都浸嘅，但系佢要平均咧，平均嗰个水位要劲高先可以整，即系升级嗰啲咩黑鱼，劲爆黑鱼咁样。十五嘛，十六，感觉又完蛋了，我又要被针对了吗？好可怜哦。他们等级怎么会那么高呢？不管，先赚。哎，没有哦，他都不打我，竟然不打我吗？我以为他们都打烂我呢。Help will always be given at Hogwarts Snowball。哦 ，Snowball， 一起中，我一个 Snowball 都快要要命了，怎么样？那也太过分了吧，那个什么 Snowball。祖传 Snowball 吗？笑死！抱歉，我走过去要中招了，超好笑的，荣恩！怎么可以那么好笑呢？那个队友也太烂了，都是我啦！等一下哦，我先放个牛好了。好的，然后我再读一下，牛超有用，毒死他！哎呦，那个金探子死了，抓不到。我整个场咧，多到阿妈都唔认得，乜都睇唔到，我什么都看不到，超好笑。这怎么看？电他，电死他！这什么东西？你们能看到东西吗？喂，落个盆，套起来。毒死他！为什么他们那个毒都会走得那么快啊？我经常被毒的时候，感觉都没什么反抗之力。他要死了，攻击！啊，他又活了，没事。啊，他又死了 ，Let's go， 打他！啊，他又活了，走了。我在干嘛？毒死他！哦，死死人，好戏，走了！我这什么东西？我在哪里啊？等一下，看不到了！我操！没你个你陪，这是什么？不知道，是那个藤着狗。超好笑的，怎么一堆东西？我那个盾没用的吗？都跟纸盾一样，毒死他！补血，补起来！啊，不要收吧！哎，没事。哇，好像玻璃手挡着啫，真系。完美，各位，什么叫完美？电死他！牛牛。
撞击大法，撞死他！我看看你怎么办，快快快去！等一下，溜溜不要撞出去，走走走走走进走进，呜呜呜，堵死他！等一下等一下，我快死了！现在我车在个，呜呜，等一下，我两个都有车吧，浪费了，哦。错了啊！不要，我的车爆了！不行了，啊，电死他！可恶啊，我的那个 cos 完全错了！再再读再读，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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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打他！啊，不行了，他又救回来了！几把干有没有拐动走你的，不要过来，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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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啊，我的蹲没用，什么烂蹲啊，不行啊，有了有了，笑死，完全不知道怎么赢的，反正那个血量就好玩的嘛，超好笑的，在干嘛呢？我那个血量也掉太快了吧？我还想上去攻击，然后人家都救起来了，闷头闷头啊！真来啊，太棒了，各位，这不是人形吗？5000分没有难度好吗？而家所谓唔够用到个电班啊，咁大雨咧冇提过，梗系啦，即系要翻工噶嘛。仲有一个礼拜仲有10号波，依家又冇咗，唔系放咗咩？又放假喎，啊！1900定系7点啊？唔使得去边，千军万马你点赢都冇人。我也想知道怎么赢的。刚才我见他们都残血了，其实应该要针对一个先把他打死，然后只剩一个的话就比较好打。我们要针对先死的那个，他死一次就再打死一次就好。努力，安东尼的同时还在跳舞呢。我觉得这个动作 BM， 我们有 BM 对面，但是人家看不到我们的动作，他还会说话呢，还会转呢，笑死！要钱吗？这个动作感觉蛮贵的。来啊，我再来一次，我感觉今天能爆上5000分。之前活动啊，他活动竟然会送吗？这么好，这不相信哦，这是哈利哦，我们在玩同一个游戏吗？他会送动作，怎么可能？竟然不要钱吗 ？Impossible！ 好的啊，踹不到，让你踹我，还想踹哦？哦，踩我就送你走啊！走走走走走，先走了。我错了，不应该乱说的啊！很笑死！啊，不要打啦！啊，他的 super 反是打什么了？打空气了吗？完美！我再读一次，他有一个快死了啊！不是，看错了，等一下。没有要死，人家没有要死哦。好喽，哈哈，我的玻璃兽也死得太惨了吧？哦，先翻打好的。我没有4-3-2，哦哦哦。不打死他了，还差一个，但那一个不行了，我没有办法去弄他，我先跑好了，他无敌。不够打狗了。为什么我打一下都快要死掉？哎呀！
可是我都很好的，那个盾应该没有那么快就被电烂。电他，电死他！啊，不要再打呀，可恶！喂，要不已经哎，他快要死了，来，毒死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Yes, Yes！ 太棒了，各位，合作无间啊！我还在想那个字要怎么念，他做某个 OK， 那他一下呢就一起打他啊，毒他，不给他跑啊，两个围攻他，围攻，围攻他呀，围攻围攻，赞！三连胜了，各位，我们竟然有三连胜，冇断嘅咩？系咯，阿伯冇惊嘅咩？好大腿好劲啊，梗系啦，使乜讲？单人啊，大腿抱紧就好，没有问题，厉害了。我可能先打到，要看看同学可以打多久啊，我怕你就要赶着去睡觉，你快要下的时候跟我说一下哦。我目标蛮远的嘛，要慢慢爬上去，感觉也很难。我可以达到十二点，好哦，那就达到十二点吧。十二点能上五千吗？感觉现在那个分数有点远，感觉五千是我自己一个打肯定死定了。个站在天桥上边，个站露天啊，但天桥都可以漏水的吧？即系佢唔系100%封闭，哇！人家那个蛮好看的，异国风情啊！其实那个有些衣服还是蛮好看的，只是我离开太久了，就买不到。他去那个衣服店嘛，也不能补买，就错过了就错过了，永远都买不到。撞死他！电死他！太远了，那些伙伴我放不到啊，我想放个荣恩呢。 OK OK， 能放能放 ，Yes。 啊，问题不大啊，我还以为他要打这里，原来不是吗？没有吗？看你怎么跑，三重豆，我的毒没有解药啊！我跑了，我好烂，我直接就跑了。但是对面快要死掉了，感觉可以哦。哦，哇，这么快，厉害厉害，来一下。哦，二火，二火不够跑了，跑了跑了，打不掉。呜呜呜！那个怎么那个瓜拉那么难打哦？那怎么才能清得掉？打回来，老塞！毒死他先。看你怎么躲，撞死他！他在干嘛呢？这个人，他在干嘛？好好笑！他是没有移动卡了吗？他突然就走到前面，然后被打烂耶！他比我还要还，笑死！他送了耶，谢谢他！我以为我已经够送了，我现在是4600哦。4600一乘30，就感觉也上不去，要再努力。个铁路站中的威尼斯咁啊，我点啦？出国旅行咁多位 ，Let's go！ 香港人去旅行，可以咁啊，漏水变危楼，算啦，香港啲建筑都系咁上下，唔好太大期望，唔冧都已经好好啦。谢主隆恩啦，真系14、13，感觉能打这个比较公平。那刚才那些就这么打了，哎，我还是迟了，笑死！怎么可以那么好笑呢？啊！
被打烂耶，谢谢。哎，荣恩不能把那个树变走吗？我以为可以哦。所以荣恩败给了树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的被那个石雷斧打烂呢、欸，一个泰特呢，就直接把我们打了半条血，也太过分了吧？凭什么？等一下，不要泰特拿了，救命的！哎，快打，快打！呼呼呼呼！哦，我的牛都停住了，那个牛真没用，快点撞啊！扶一下好了，我不要打我，他走不掉，我走掉了，来吧。我的妙力冲啊！没用，我这样子没有控制。没事，我们还有这个，我还有那个咒，打他，打死他！啊，云堆崩血，他又要死了，补刀。OK， 啊 ，perfect， 但是打不到对面那个。可恶，没有打死他。他快要死了，我先读一下好了。这个吧，绿色衣服的，他已经死了。等一下再去把他，我看一下，绿色吗？是哪个？这个吗？完蛋了，完全不知道是哪个。认唔到人啊！我要针对佢啊！阿女女唔好走吓、啊，完蛋！你怎么挂掉了？等一下，幸好我有个无敌盾，不怕，弄他！Stupefy 不行了，我要上车啊！炸了，车没了，我才刚上呢、啊！笑死，不行。弄死他！我先上个车，安全一点。呜！啊，爆了！我的车也太废了吧！哈哈，笑死！好烂！呜呜呜呜呜！我跑不掉，快跑！我要干嘛？笑死，那快要死了吧，先读一下好了。他没死吗？他怎么还在？你快点死！呜呼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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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啊！雷老塞呀、啊，那怎么救？救不了啊！等一下，救一下！哦，救起来了！啊，我要死了！好烂！你好笑！我才刚救，然后就死了，还又倒了。香港夜缤纷啊，水位上好嘢嚟，快跳落去呢个维多利亚港啊 ！Victoria Harbour， you jump， I jump， good 啊 ，good 啊！而家可以咧呢、這个咩幻彩夜市水母间啊，唔系水母间咗啦咩？已经我记得系曾经上过新闻啊，唔知边个喷水，劲好笑。车冇咗啫，啊冇连佢一齐化灰嘅，好好。我架车劲废咯，黐线两下就冇咗，哭啦哭啦。但是我这里要再拿那个成就，就感觉不太行，要二十哦，感觉就是新手时期那个时候打上去最容易连胜。你再上去怎么打？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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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新手时期他蛮常会遇到一些很强的 NPC，
我有遇过很准的数命咒，那就直接完蛋了。中走，下面一位，他们是双胞胎吗？十七十六哦，那长得太像了，有点像 AI。哦，没有动作。Casting card. Now you're in trouble.先把他这个送走 ，OK， 好噜。电死他！啊，他要电我，怎么两个一起电？还想打我啊？怎么可能会被你打到呢？啊！不要再打了！呜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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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怎么跑掉了？我的毒完全没用。不是啊，快点过去！不是走过去，干嘛？不要再打了！呼呼呼！我的动态可以挡多久呢？感觉也不行，快跑！哎呀，他有麦罩胸，我会变形吗？完蛋了，要快点把它清掉。我能清得掉吗？我清不掉了。呜、哦，我要死！哎呀，我刚想不是想救的，我是想先躲进一个位置，然后再救。但是他，我就按到那个旧的按钮啊，我就停下来，要是被打死了，哈哈哈，台湾好精彩啊，边度成条河噶嘛？台湾河啊，新嘅，香港威尼斯，快啲拉下 music 先啊！观塘又点样？两年见两年个 live 啊，黄鱼都浸，使乜讲？哎，等一下，我刚才是图奇断了吗？好像那个图奇的信号没有收得很好，笑死，断了断了又断。我现在是卡了吗？我看一下，好像没卡，但是感觉那个直播的连线不太好。我看到那个图奇在不停的动哦，他后台，他是要死了吗？他是不行了吗？Yes， 他 snowball 收到哪里去？我连动都不能动是怎样？ Death is but the next great adventure. 哇，好痛啊！他那刮拉打的，直接把他送走了。哎，那个厉害了，那个妙丽送走啊，走了走了。果然是我们太笨了。我就看准了他什么时候放，我就什么时候跑。啊，怎么这打我了啊？等一下，他那个笑死，他直接打完之后，啊，不要，等一下，啊，我还没说呢，我什么都没说。去吧，我的牛 ，NTR 喽，得得。哎，再送一个。哎，不要，呜呜呜呜。不要再打了。呜呜呜呜，我要死了，呜。好可怕，你知道，这个东西不行。他要死了啦，他快死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打他呀，他要复活了，不行，我要毒死他。
Quantum locomotive. 我感觉我要死。Inflatus。他在哪里啊？他在这里吗？那我等一下，我放个电池他好了。哇！啊！笑死了！我直接人都没了，等一下撞一下，不行啊！我得救我，我也没用，我都快要死了。啊，没用啊！完蛋了，我被锁了，再见。他还差一点了，两个都有车。撞一下好了。狗主有man仔先。他怎么跑那么快？不行，我要上车，我要先救大佬。不过血再跑。哇，爆了！你爆得太快了吧！不行啊，不行啊！怎么这么难救呢？停手啊！哎，他差一点，打死他！他都77而已，毒死他 ！One on one 的，哇，厉害的！哈哈哈，看到没有？这就是合作的威力！笑死了，确定吗？不太确定，但是赢了。冤钱龙板台啊，厉害了各位，有没有？啊哈哈哈哈！抱大腿的感觉真好啊，直接抱起来，没得输好吗？咩水浸啊？唔系深浸水库哦，以为水浸添真系。排前十分钟收射，合作靠差 carry 啊！我不管啊，有赢就好。对不对？完美 ，win win win 啊 ，win again，so easy 呀、啊！强敌吗？木工型哦，有什么不是木工型的？有魔工的吗？有通知大德啊，咪系咯，快仲快借主录音咧，14、15，感觉还行，没有到16就好。好耶，那我们再来哈。Golden Snitch. Obscure. Take it to Talon. 哎，不用跑，哈哈，赞。Atmosphere Charm. 想不到吧？啊，想不到。哈哈哈哈哈哈！笑死，永恩 ，Go Go. All right, everyone. We're in it together now. Azkaban.他怎么？我带个金鸟送一下，我的人都快没了。你不觉得好过分吗？他会跑耶，跑的还蛮快的。哇，再给哪个了？笑死！哦吼！走路。阿斯卡班。哇，他的那个阿斯卡班没有卡住我耶，笑死！他瞄准不到，赞了，实在太棒了。电死他！哦。可以哦，他已经死一次了。那个有帽子那个，我就针对他，他一想跑，啊，打死他！打不到，他送走了，笑死！Get behind me!
If you 哦，好像好像是史内普吧。哦，死了！太棒了，快去打他！啊，不够了，没有那么太远。再来针对他，我们就直接把他弄到死就好。Do not let my defeat go unpunished. 呜，好痛哦！再来弄死他。等一下，我要快死了，先救一下命好了。我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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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kaban. 哦哦，完蛋了，被锁住了。快救快救快救！Don't worry about me. I'll be fine. Inflatus. 水气，喝以上。Apugno. Protego Totalus. Nebulous. Nebulous.五四，我们再努力看看。他下车了，去吧，我的牛 ！Let's go， 撞死他，再电死他。Inflatus， 再毒死他！不理啊，又不理他呀，不理！赞，太棒了，各位！我们直接两个欺负一个，完美，谢谢！怎么可以那么好玩呢？啊，57分了，那我们最后一场喽，再打一场就差不多了。太棒了，各位！其实刚刚那个完就不错，就完结，就胜场完结嘛。再打一场可能就输掉了，笑死！要不我就这样结束好了，完美，我们胜利啊！胜利终结，那个胜场完结就特别爽，拍个手好了，拍手在哪里？我记得以前可以，都好不方便，这里找不到。这个拍手，谢谢安东尼洛同学，太棒了！以后组队都找你好了，赞赞赞！睇下先，翻佢嗰飞埋出嚟，哇！攻击 attack 喎，真系好危险咯，我觉得要小心啊！你出街咧就记得，耳听八方啊，只眼都望下，冇俾个天掉落嚟嘅盖整死死神来了啲 friend 啊！感谢。好棒哦，今天打得很开心，果然我还是喜欢有合作的，谢谢七七，我们也谢谢同学，下次再打哦，拜拜拜拜拜拜，好棒。那现在才12点，我们看看有什么东西还没做的，这边那个嘛，有那个代际的任务，但是这个嘛好难打，我都打不到那个4000分3000分，要怎么打，没有打过上去，笑死我，超烂的。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那个分数好了。哎哎，走不掉吗？有确确信先出去吗 ？OK， I leave， and then go to the 那个 Quidditch cage， 在哪里？传送一下好了。Which one of this？来哦，这有没有什么诀窍？我打的超烂的，这个嘛，我只有一个是有 S， 我 A S A B， 那个分数也拿不到4000分了，我4000分都没有，要怎么才拿到4000分呢？我最高也3700而已，完全不知道。我的扫把嘛，那个扫把应该。那个性能也有提高啊，为什么会那么烂呢？看看哦，这个要什么？要3500分以上才能开，哪个？这个吗？我有多少分呢？看不到。
怎么看呢？刚才不是能看吗？看那个三千一。咦？为什么现在又不能看呢？啊嘞？啊？哦，三千五嘛，感觉三千，他要多少？三千五吗？我三千二哦，所以感觉应该能开，努力一下吧。哇哦，我找一下有没有人在，我找个真人陪我打好了，不然的话，可能那个分数会比较低。第一团人不玩啊，这团的人呢？哎，有人在挥地旗哦。组队决斗，大家都很忙，没有人在。这个很难打，我要努力一下。没办法啦，只能跟 NPC 打了。那个好友在线吗？好友全都不在。我这个死人时间真的好难找到队友，没办法了，只能自己去了，各位。好吧，那就看这两个吧 ，NPC 的，我去打一下。他的玩法是这样的，他要躲避，就左右躲避，还有跟人碰撞。然后呢，就打球进球门嘛。那进球还是比较简单，我觉得要高分还是要完美躲对手那个嘛。完美是50分，然后你越早离开的话，那个分数越低。但是你越迟离开，那个扣血的都会蛮多的，可能你跑得不够快就会被撞死了。但是我们有外挂，什么外挂？我们有药水。只要那个药水，这个吧，那个耐力小的药水吗？这里，这样有30分。要打球嘛？打球就按那个三个里面按一个就好。我努力一下，希望可以多分一点，55哦，感觉这个分数应该啊，应该蛮好，蛮好拿拿拿，我死掉了！等一下，不行，我要喝外挂。回血啊！立即回来复活！我哇、啊，又死了！不对呀、啊，这怎么那么难？不可能吧 ？Impossible！ OK， 怎么可能呢？不对呀、啊，我们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死掉呢？肯定是假的吧？哦 ，Yes Yes， 我有冲刺，把他们都撞死！给我来！撞死他！来一个撞一个再撞，啊撞撞撞撞 ，yes yes yes， 喂，有分数，哎呀又死掉了，是谁？好败好烂啊！哇都死了，怎么会有3500分呢？现在才1000分，台湾山水有相逢啊，冇去呀、啊，去一去人都冇埋呀。呜呼！我要3500吗？努力一下好了。三宝混到20胜，这么好，我也想要了20胜，羡慕。啊！被抓！啊哈哈！我快死！啊哈哈！笑死，超烂！我们下面一回再努力吧，这已经没戏了，各位。这把不行了，下面一把可以更好。怎么那么难呢？我才20分。Well done 啊！神神功特工队。我打自己人啊，冇乜用。被打烂。仲大雨过台风啊，咁系暴雨嚟噶嘛，佢有专职噶嘛。台风要有风力啊嘛，落雨就系落雨。台风啲雨系菜嚟噶，小菜，所以唔可以咁样比啊。一定系雨嗰啲风劲啊！雨啲雨劲啲啊，风啲风劲啲啊嘛！黑雨进行中就死咗啦！好烂哦，怎么3500啊？做不到啊！
加十赛吧，加什么十啊？不要啦！刚刚回来，加什么十？哎，加十赛好像认不中的话就可以继续啊！结束了，我都还没认呢，超烂！海洋公园嘅水上乐园咧，咁嘅湿色啊，呢个香港特色 ，OK。2700而已哦，那怎么办？我比那 NPC 还要小分数，怎么还差个就到3500呢？好耐冇见黑鱼啊，冇用啊，你都要翻工啊？黑鱼唔使翻咩？唔使翻学啫嘛。黑鱼只是不用上学，上课还是得上啊。不要多想，剧情失控啊，冇翻车啊，我都要哭了，呜呜呜，没事，我们有那个药水，只要吃起来肯定能过3500的。等我，我总有一天能过的。哇，学院怎么那么多人在说话？哦，问答吗？我们叫问答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啊？开完了吗？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我都完全参加不了，他也没有写，他写一下比较好吧，都不一定要一定要参与，但是他写那个大概什么时候开，那我就大概可以什么时候上去嘛。每次我在线的时候，那问答都结束了，都问答不了，就感觉不行，我参与不了，没有钱，没有分。没有分的话就换不了东西，对不对？这好可怜。我想换嘢啊，无情啊，撞死他们，给我下去。感觉这次开的不错，应该努力一下的话还是有机会上3500的。等一下死掉的话就直接喝药水好了。啊，错了，啊，死了，喝水，喝水，爸，哎，立即就上来了，撞死他们！哎呀，好快呀，怎么可以那么烂呢？我不是有水喝的吗？喝水了还那么烂，真的笑死！不行啊，我的水都只剩下一点点，我也没有钱。撞死他们 ！Let's go！ 啊哈哈！哦！我现在多少分呢？2300，感觉有机会，还有一分钟，肯定能行的，各位！只要我们再努力，等一下，红白金。哇哈哈！我快要死了，我要死了！快快快，回血！啊，立即回来！复活大法好，有药这不是不一样？2700吧，感觉还有机会。啊哈哈哈！啊，不要再撞了，好痛啊！撞够未啊，老细？停手啊！哇、啊！不行，喝水。我在喝，我还有30秒，肯定啊，能行啊，不行的，那个水没时间了。啊哈哈哈！哇哈哈！怎么会这样？不可能好吗？不要了，我要3500，我的3500呐、啊！我都喝那么多水了，我还拿不到。啊！怎么可以这样？我3000了，还有10秒钟，再来3200，努力！嘿！啊！我刚好有撞死他们！有吗？3600，有了，各位，我开到了！可以，刚好。果然药水还是很重要，回去就熬一堆药好了。可以。外抛，我没有外抛，我是被撞死了。有了吗？可以开了，呼呼呼呼呼。你看，我先熬个药好了，没有水的话会死掉。
翻工系做咩？威尼斯人啊，阿水上人，沧海一声笑，正要食到糖尿病糖尿战士，你可以拎到呢个对糖嘅抗药性啊！恭喜你。OK， 哇，这么卡的吗？怎么了？去熬药是去哪里熬的？等一下，回家吗？OK， 魔药，哪个药水是这个吗？补血这个吗？哪个？魔尾同学安安哦，伊拉塞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哪个呢？完全不知道这个吗？等一下，熬制。完蛋，我不知道这怎么熬制。我要首先要知道它是什么药啊。看起来像这个吧。他没说啊。一的士食晒。火车出来的浪。爆起了。爆起了什么玩法的士喎。笑死。是不是浸到咁可以游水啊 ？Swimming pool in Hong Kong， nice。个司机 so sad 啊，系咪要死火啊？咁样，我大的才三瓶哦，我也熬不了这么多，感觉大的就没有钱哈。小的也没有啊，不够啊，什么那个，这个草也不够，那怎么办呢？我感觉我好穷哦，打个活动都快要穷死了，还穷啊！要不去踩一下？先去森林这边看看有没有药可以。好卡呀，饿要死了。我行到你行到好似嗰啲咩 slow motion 咁。没有药吗？不是吧？有。我点行得咁慢嘅大佬？慢动作，死晒火等拖走啊！呢个冇办法。水浸可以唔好行啊！快啲拿林翻嗰啲翻个车位，反正你浸咗咧都接唔到客噶啦，你接下跟住又一齐死火咪猪猪，没有草吗？我找不到，迷路了呀！我怎么走的那么笑死！我坐一下扫把。我走的特别慢，但是我飞没有慢呢，所以是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走的那么慢？好奇怪。算了，他没事就好。哇，这边还要上课，要上那个四个课。我先看看今天有什么课好了。今日嘅课程。今天课程是哦，这个挺蛮好玩的。我用我的外挂召唤我的手机，哼！等一下，我先开那个 app。哦，有信在哪里呢？我的作弊很有用，让你们看看那个作弊的威力，超厉害的哦！然后要一下同伴好了，神童啊，这个作弊呢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东西记起来，然后抄写就好。我再抄了 ，OK， 所以那个
这两张是一样的。那我们就直接按起来，然后再按这两个好了。有没有一样？没有。有哦，有，好像有哦，有那个这个这跟这个。OK， 然后一二也是 ，OK 找到了，这个吧，这个跟这个，然后这个跟这个，然后是好像没有了，那找一下这两个是什么好了。哦，上上也找到了，哎，那个这个也找到了，好哦，哦，全都找到了。没有问题，那就解吧，对不对？很厉害。如果我没有用外挂，你们知道怎么会那么厉害吗？啊，这个在哪里？哦，那等一下，等一下，笑死我，我看不到图案啊，太慢了。找到了这两个啦，刚才是我失误了，那外挂没有开到底，其实是能开的。Yes， 那这个是哪个？这个吗？对。然后这个是哪个？这个吗？对。Yes， 直接解完。我是学霸，谢谢，太厉害了！怎么可以一次就打完呢？怎么可以那么厉害呢？果然来自那个音乐呢，都是不一样，好吗，各位？雨势好大呀、啊！你哋屋企噶嘛，应该唔惊啊！滴晒汗，做乜滴汗啊？见识过我嘅魔法未？这是我的魔法，厉害吧？没对手啦！啊，还有哪个？他是那个任务是要优秀吗？优秀以上，好哦。感觉这个要优秀蛮难的，先打那个符咒学好了，还要四个不同才行。那要怎么样才能优秀呢？哦，这个是打那个三怪吧？三怪，感觉不用补血。哈利的是。只要他的是三 cos 以下，他会加攻，不过要咒语卡。嗯，我先改吧，反正补血在这里啊，就没什么用。然后卡解吗？卡解也可以。这样好了，变成全攻击的。妈成何咩情况？要排红啊，正！点解突然之间攞得咁劲？系咯，点解嘅？咁搞笑嘅？佢之前一落黑雨冇理由咁夸张呀，经过打风喎，真系好癫啊！成件事，好彩唔系啲翻夜班啫。如果你翻夜班，小心啲啊！一定要有遮，跟住要唔好行近啲咩河边、海边，俾人冲走咗。有个雨带冲过嚟，咁搞笑！香港几时废咗咁多啊？以前系福地嚟噶嘛，最近呢几年系咁咧，有啲嘢冲过嚟。他要升上去了吗？我都打三下了，怎么可能还没升上去呢？啊！我被抓住了，救我啊，同伴！我被打了，打一套哦，好过分哦！你们在干嘛了？一点用都没有。那卡姐冲到前面做什么？他
他也不是他还被抓住了，真的一点用都没有。你也不是主攻手，我走那么近干嘛？又被抓住了，这个卡姐是来干嘛的？为什么我把他打成这样，他还不升高呢？快打呀！感觉没有多高攻，高呗啊！快打啦！感觉他有控制哦，你不能变他，也不能打飞他。要原因要解话，等解话。对呢个天气不是很熟悉啊，未打风就开晒技招，今次冇晒声气，但今次都好劲。连续过系啊，好夸张咯！哇，很多美眉，我们都是一套的衣服，完全不一样的颜色。她的是红色，然后我是粉色，还有一个黑色，完美三姐妹。让我先站个好 pose 啊，这样好了，对不对？这个好办啊，截图截不了啊，她怎么动了？不要动啊，我想照个相。有没有这个超厉害的？不要动，我要截图。你忘哪里？不要看那边，笑死！你可以转回来，你的头可以转回来吗？不要 say hello， 他走掉了，我截不了图，笑死！好烂哦！你谁哦？我就这么简单，想做个东西都做不到，我都要哭了。Peter 早晨啊 ，Hello，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接住一嚟我就显示我失败嘅一面啦。哦，我平时唔系咁嘅。还有一门课，我们先去那个。啊咧，哦不是，哪个？这个吗？叫谁？呢、这个。三姊妹啊，发色唔同，我哋一样衫啊。可以染发噶嘛？反叛期唔得咯 ，so bad bad 咯，次次都系我 GG， 不行。那个鹰马感觉要，哈，不能用那个吗？酷秀不能用，怎么可以？酷秀那么好用，不给用吗？啊，反正先用妙丽吧，然后再想。打雷吧！星期五收工之后八号啊，星期日变一号啊，梗系啦，使乜讲啊？唔使星期日啊，听日就同你收啊！各位准时翻工 ，OK， 唔好谂咁多，不用想那么多，准时上班，好好的上班，乖哈！想那么多是没用的，还是得上。嗯呀，那个爆炸应该蛮好，他应该都一堆人出来嘛。我再放一个，要守住那个南瓜嘛，放一个树好了。一个风，感觉太多东西了。嗯，我想一下，啊，可以放个毒哦。啊，感觉那个 cost 有点高，算了，就这样吧。然后放个卡姐，
妙丽，这个攻击手出去打好了。嗯，但是这个问题是没有补血，可能那个南瓜会烧得蛮快。那把那个鸟也不要好了。但是，嗯，点搞呢？感觉毒也可以带，算了，就这样。Let's go！ 漂浮咒是他冲锋的时候用，他就啊，对他好像要抓人或者是要准备要打的时候就用。好多地方都灌水啊，倒灌啊！啊，冇事啊，各位知道留喺高处，小心，应该 OK 嘅。不要怕，卡姐在这边吧。Don't even bother. Niffler, Explosive, Confringo, Monster. 哦，他蛮远的嘛，我放棵树挡住好了。那我就专注打这边。应该都没有问题，还有这边哦，完蛋，没有那么多了。那个树好烂哦，他都没有拉到人，完蛋，等一下不行啊，那个南瓜要爆了，不是，怎么那么难打啊？不是，等一下不要打了。那个树快要没了，我再放一颗好了。要死！那个树也不会拉人啊，感觉没什么用啊！不要再打了，很少啊！南瓜要没了，救救南瓜！救不了，那个树也没了，好烂哦！什么树？什么垃圾树？等一下，那个树在前面挡好了。OK， 我先想一下要怎么办。啊，妙丽死掉了，你怎么就死了呀？前面有树好像比较好，他都会先打树。哎，打完了，哈哈，笑死！我还在想要怎么搞哦。我成日被惨贴啊！呢度唔系唔可以出现其他 domain 嘅名或者其他 YT 片，你只要有连结就唔得咯。因为 YT 会觉得你喺度卖广告，或者系即系有啲咩啲毒嗰啲咯，因为有啲保护啊嘛，冇办法。如果你要放 link 嘅，一定唔得。你啲敏感字佢都会 ban 咯。位置同学安安而得 ，Thank you for stopping by。香港都广泛水震，今年小见。对呀、啊，最近又打风又水震什么的，都感觉蛮，都好像。那个立场已经没用了，以前就肯定没有问题啊！有东西要买，先买吧。Twitch 嗰边可以多打多嘢打，但系 Twitch 应该都会有啲唔知喎、啊，感觉上有啲都会 ban， 呢个 ban 嘅嘢唔一样咯。已经唔够排咗三十分钟啦，先三十分钟啊，再排啦，排到凌晨啦。排咗嚟差其他区冇事，系咪啊？定系啲雨集中喺佢度落啊，所以佢就排都排唔走。抽一下卡好了，抽起来！哎呦，有保底哦，赞！排烂啦，山顶位排到听朝，做下嘢嘛。烟花，但是烟花现在才十等，也没什么用。有抽到吗？这个要努力。我有看过那个哈利，然后十八等的冲冲功吗？超强的，我也要把它练上去。
哎，有紫色，我想要那个 Hagrid 死去。好吧，只能跟人家交换了，但是交换其实要那个道具，那个道具就要靠社团，但是我社团都参加不了，他社团要副社长开那个活动，然后每次我都看不到 XA， 我真的好气哦，他开我都不知道。今天也没有了吧，然后我都换不了，我要换这个啊，这个500的，但是我现在才200，算了，看看有没有魔咒能换。我现在超穷的，只剩下一个，都要落了，几好笑，换都换不到啊。有排玩边缘巫师，唔关我事啊，我差不多成日都喺度，我就见唔到佢开啊嘛。唉，今日唔知点翻工，游水去啦。香港人 easy 啦，我苏琪翻工嘛，十翻到嘅，你要翻边个可以阻止到你呢？阿沙田又浸落雨呀，我们可以那个飞过去，对不对？上班可以骑那个骑马，骑牛骑马，然后就骑那个飞天猪飞过去就好了。香港人嘛，没有问题 ，easy 啦。湿湿水啦，系咪？感觉没有交换的东西 ，That's so bad。我相信你们哦，肯定能行哦。哎呀，可以抽了，通行证有30了，但是这个我不买了，之前买过，超烂的，买完也没什么用，钱给出去了也没有变强，只会被打烂，就索性就不氪金了，做一个免费仔就好。你氪金。还是被打烂，你不氪金也是被打烂，好像也没差。咩啊？香港好多强行翻工嘅方法，啲公司当俾两个钟就翻到，不如我住公司啦，我直接住在公司，我就可以上班。哆啦 A 梦任意门啊，就捉蜻蜓啊，可以飞过去。Yes 啊！我听日落街就成街都系嘢，搵人清啦要。呢啲每日都要货，点会有货啊？每天都氪吗？你知道他氪金好贵吗？他那个平均消费吗？你那个300就38港币哦，那1000的那个有那个返利，没有的话就300是38。然后他平均消费是多少？我们来看，他一格就300，就5条钥匙就40块港币。已经要160台币，买张卡而已，680，超贵。一张卡还没用哦，你只有一张，那个等级超低，也没什么用。你氪了金呢？氪一点点是没用的，你氪很多，要氪超多才行吧？每天都氪超多，一日唔货啊，2年8货，系呀。真系咧，你个个活动都货，又每个月嗰啲都玩齐，全部都货晒佢。他现在还有那个糖果吗？这个超坑的，他这个抽东西，那十抽要多少钱？十抽要1000块，1000块是多少钱？那是10块，就会变10，所以1000块等于1000块。那1000块要多少钱呢？1000块要。60，但是这个算了，60吧，60港币。那1000块能抽到什么呢？就 0.3% 是这个大奖，不然都是垃圾，一堆垃圾。然后 0.3% 里面还可以抽到什么呢？就这边。0.3% 里面有 0.82% 会抽到那个新衣装，笑死。你首先要 0.3， 再 0.82， 你想想看你抽到这个衣装的概率是多少？不知道。然后一堆的没用的东西，这个15、16、18、7、15、16、16，你抽到都是垃圾。老塞，给老了，不会抽啊，谁会抽？
谁冲谁是盘子，笑死，这怎么可能？就他送的那些抽就好，你自己算一下，你首先要抽到那个糖果耶，糖果是多少趴？ 0.3 耶，50抽就保一个糖果啊，就保底一个糖果，但是糖果能抽到的大奖的概率是 0.82， 所以你自己乘一下那个概率，那个 P 算一下，你就发觉那个东西太坑了，根本就抽不到，除非你就他这边没有保底吧，但是你抽中的这个服装其他道具就可以获得吗？是这些道具吗？应该是这一页的后面，应该不算，所以其实也没有很值，超坑的，那个钱就直接下去。我就之前傻傻的抽了个十抽啊，我获得了什么？都是一些垃圾，好可怜。我抽到这些什么石头、药水，药水还 3.6%， 超没用的药水，我合作好了，他还放到这里，真的问号。药石还行，能抽卡吧，对不对？钱也还行，能升等级吧。哦，抽到什么药水都气烂，什么垃圾，看一下哦。台湾啊，观察地面啊，不嬲都有限噶啦。香港最好就冇出事，一出事应该就好似骨牌咁冧晒。打社团打了那个挑战，但是社团那个超小的那个贡献，今天挑战是零了，我都打了。过海就比较真啦，过海隧道浸水啊。那这个东西也没什么用啊，我的社团早就那个吧，升等级早就满了呀，我还有4000多个，什么用都没有，他现在也不能再升了呀，全都满了呀。然后每天打已经打到蛮后面，我要等下个赛季吧才可以再打。你看抽啊，流石线啊，有货是不是？有可能中，不抽定不中，不抽是保住你的荷包啊。但是想变劲啊，想就偷出你的小卡卡，你的小魔法小卡拿出来就变强了。台湾好癫，差点讲台湾好癫添。对哦，这个水要小心一点吧，就感觉蛮危险的，希望明天就没事吧。那这边都打完了，是不是要跑了？啊，好呢，那我就去练马良好了，各位。哎呀，那我们今天那个抱大腿计划大成功，各位，很顺利。那明天休息了，然后对吧？等一下，休吗？对耶，好像是休息。然后后天是 FGO。FGO 应该快要完结了吧，大冠式打完之后应该就差不多，希望听日就可以一次就清晒了，希望明天能把所有剧情都清掉啊，应该是清不掉了，应该要卡关，所以应该还要两个星期，我猜了，希望能行。然后后天就抽那个 CB 吧， Mr. CB 马良的，应该比较好运的话，感觉100抽应该可以 OK，没有问题，交给我吧，肯定能行。欧洲人啊，一直都很欧洲，赞。那我们就今天差不多了，我们之后再见。感谢各位三个半小时的陪伴，感谢各位三个半钟头陪伴。那我之后再见，听日要翻工，唔知要唔要翻工啦，不过要啊就陀仔咧就加油继续。咁啊，大家早唞晚安，拜拜。我刚刚有中个糖果吗？怎么可能？你是保底吗？正常抽怎么可能抽得到？笑死！太棒啦！水浸黑点啊，胶水黑点啫，水浸都黑点。FGO 无无散啊！啊要卡，系卡一齐卡，有突破写定 OK 啊？咩啊？浸得好劲，冚花村啊，冚家拎啊！好了啦，晚安啦，各位。马铃薯同学晚安哦 ，Wilson 头拜拜 ，D 头拜拜 ，Jimmy 头拜拜 ，S 头拜拜 ，H 头拜拜 ，Ioli 同学晚安哦 ，D 头拜拜 ，K
K L 陀拜拜，烤乳猪陀拜拜，英法陀拜拜，魏子同学晚安，有水泡企。好的，我准备游泳回家了。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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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要不啊，我不懂捞啊。番茄酱同学晚安哦，好像没了。那读漏就抱歉了，都不好意思了，走心，拜。